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要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1时34分，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9时1分至10时56分。地点本院喉咙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宝清等15人，列席委员陈明文等23人，列席官员12月12日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12月14日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才等，主席李召集委员昆哲。12月12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分预算及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分预算等两案。本日会议所列各项议程合并询答，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赵新华及高速铁路工程局局长胡湘林报告后，既有委员郑宝清等19人提出质询，均经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委员徐增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仅述以书面答复。国道高公路建设管理基金及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委员提案截止收件周三进行处理。12月14日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分预算及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分预算等两案。决议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及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均处理完毕。审查结果，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分预算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依总业务总收入原列314亿2914万5千元，增列通行费收入1亿元，改列为315亿2914万5千元。二、业务总支出原列193亿2377万7千元，减列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50万元，业务成本与费用1亿元，其他业务外费用1000万元，改列为192亿1227万7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121亿536万8千元，增列2亿1150万元，改列为123亿1686万8千元。三、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原列42亿2548万5千元，减列5000万元，改列为41亿7548万5千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30项。二、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分预算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原列86亿1171万6千元，增列销货收入7亿元，业务外收入140万元，改列为93亿1311万6千元。二、业务总支出原列40亿3250万2千元，减列公共关系费80万元，改列为40亿3170万2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45亿7921万4千元，增列7亿220万元，改列为52亿8141万4千元。三、结缴国库金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无列数。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7项。八、另有委员提案17案不予处理，通过临时提案2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第1案至第4案的案由。第一案，审查委员郑天才等19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委员叶宜京等22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增订第37条之一、第55条之一及第55条之二条文草案。三、审查委员叶宜京等17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委员萧美琴等18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上合并询答，分开审查，宣读完毕。现在要请提案的委员说明提案要旨。首先请郑天才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委员、交通部的各位同仁，有关这个
发展观条例的第二条名词定义，有关第五款的部分呢，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它已经有明定了它的定义的条件，是指无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致，应严格保护之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及重要史前遗迹所呈现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观。事实上这个条件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了，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后面的所谓的范围要给它明列因为这样子是容易挂一漏万，或者是这个它所定的这些名词是或者说这个范围是不是会跟前面的条件会有所不符的地方，会有所这个不太一致的地方譬如说原住民保留地，一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是为了保障原住民生计而划设的，它是为了原住民的生计而划设原住民保留地，所以这个把它跟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连接在一起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山地管制区它是依国家安全法第五条划设的，这个它是为了山地治安为了山地治安，所以跟这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也无关所以这样用列举的方式去把它包括它的范围是不是适当我们这个可以讨论因为这个譬如说像林班地都不在里面像这个林班地里面的这个保安林区保安林地也不在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像海岸管理法已经有另外相关的会另外划设保护区也就不会在里面，就会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要全部都要列举在里面，还是说指定这个定义就可以这个未来我们都可以来讨论在我们在逐条的时候可以讨论以上。现在请叶宜津委员说明提案要旨请两岸合并说明。主席、各位同仁，我做发展观光条例的提案说明。首先呢，是要增列得收取观光保育费的规定。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天然资源丰富，这是我们观光的这个亮点，但是这几年呢，在滥捕滥杀滥采的情况下，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的破坏，在我们有心去推动观光保育的同时，却发现没有办法适当的去辅导在地的居民转型转业或维护生态景观，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个观光的。如果再继续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的自然环境会更加的恶化，所以我们的观光呢会受到冲击。我们参考邻近的国家，例如菲律宾、琉球、日本都有对游客收取适当的观光保育费作为观光保育主管机关可以运用的费用，去辅导在地的居民转型，也让旅客认识也有了解到观光保育的重要，创造旅客、在地的居民跟这个政府三赢的局面。所以在这一次呢，增订，我再说一次，这一次的增订是增加可以收取观光保育费，但是是授权主管机关依照不同的情况去斟酌收或者不收，收多少，什么人收，什么人不收，范围、差别汇率等等，都可以让行政部门去因地制宜，弹性的加强观光保育事业。另外，第二个条例呢，
另外第二个呢是取缔日租套房，非法的日租套房跟非法的旅馆的存在。现行的法条对于日租套房跟非法旅馆虽然有罚则，但是因为现场稽核要违法入住才得以开罚，而其实这些非法营业的已经造成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限于人力而取缔不佳，让旅客处于不安全的情况，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要处理对违法的日租套房跟非法的旅馆，有刊登他都已经违法非法了，但是他明知故犯还公然的招揽客人刊登广告者，得加以处罚。同时订定检举奖金，让民众可以协助行政机关检举非法营业的，以导正市场的秩序，还有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谢谢。现在请萧美琴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同仁，观光产业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可以让全世界进入到台湾，让世界看见台湾，甚至让世界爱上台湾的最佳途径。那么观光产业呢，尤其是对于东部来讲，更是活络地方经济，在没有其他替代的工商发展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无烟囱工业，也就是观光服务业，更是造就了地方许许多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台湾为了发展观光产业，在民国58年就制定了发展观光条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我们国内整体观光产业发展的需求，应该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需求，在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政策上面的调整，让我们观光产业有再次升级转型的机会，因此本席提出了发展观光条例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其中包括了对于外语观光导览人员能够松绑开放聘用外籍人士以及学生来加入我们国内的观光旅游产业，就像我们许多台湾的这个到国外的旅游团，到了一些少数语言国家，像到欧洲、到匈牙利、到捷克，如果有当地的我们台湾的留学生熟悉当地的民情文化，能够来做在地的导览，来照顾我们台湾的旅行团，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体旅行团的这个观感、亲切感、以及服务都能够来有所提升。那一样的道理，让外国的旅行团进入到台湾，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在地的外籍留学生对于台湾的情感、对于台湾文化历史的了解，来协助接待、做导览，让这些从全世界各地来的旅行团有倍感亲切，而且能够深入了解台湾的机会，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体观光产业的提升加值，必定有正面的效益。此外，我也提出了相关这个地价税、房屋税、在地方政府愿意以自治条例来授权的一个前提之下，能够提供法源来做减免的松绑。因为我们因应新形态的观光发展，尤其是最近全世界盛行的包括大型的会展产业，我们需要大型的会议中心，我们需要展览中心，我们需要吸引全世界大型的聚会都到台湾来举办，那相关的
设施可能因为幅员辽阔，持有土地的成本也特别的高，让许多业者在投资上也却步，因此让台湾发展整体的会展产业也面临了些许的困境，因此提出了相关租税的优惠，在跟地方县市政府一个来授权地方县市政府依照各地发展的需求来做相关的减免以上提出有关观光发展条例部分修正草案是基于我们观光产业急需转型急需提升我们更希望能够带进一些新的多元的新的观光形态是否有当请公决谢谢现在请交通部齐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应邀列席各贵委员会就郑委员天才、叶委员怡金、萧委员美琴等拟具的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部提出相关建议处理意见，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为因应旅游趋势的变化所带来的观光产业营运模式冲击，本部及观光局密切与产业界沟通，以了解产业发展困境。除适时松绑不合时宜法规外，更透过辅导与讲座之方式，协助业者创新营运，以提升整体观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今天特别感谢郑委员天才、叶委员怡金、萧委员美琴等委员关心观光发展所提出的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部将秉持开放市场、顺应旅游形态以及市场需求的立场，务实检讨不合时宜的法规，希望透过这样的检讨，可以协助业者因应环境冲击，并完善相关的管理法制。那以下我们请观光局的周局长向各位委员做详细的一个说明。再次感谢各位委员的关心与指教，谢谢。好，请观光局周局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先进，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有关郑委员、叶委员以及萧委员的提案提出以下的简单说明。那非常感谢刚刚三位委员的这个也做了很精要的这个明确的这个阐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么针对郑委员等提案的修正重点是在于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立法缘由本来就是积极开放严格管理的原则来办理，因此经过我们的讨论觉得透过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划定，辅以专业导览人员之配套，成为生态旅游地区，创造多元旅游环境，提升国际观光竞争力的方式，对我们国家观光局的立场来推动的话，确实是有注意。因此建议仍然保留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区。针对叶委员所提等提案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条为维护自然生态保育，而予以得收取非属规费性质之观光保育费，赋予法源的基础，本部乐见，我们也参考办理。至于针对叶怡金等委员所提案的第19820号修正的重点，是在于希望能够整顿整个导正市场的秩序，因此增加查缉的效率，而所增列的义务主体，也就是被处罚对象，本部予以支持，也予以来配合修改。但有关于草案的第55条之一的部分，我们是因为考量整个衡平性以及比例原则，建议下修罚源的额度。
至于55条之2的部分，确实可以达到鼓励民众协助行政机关主动检举非法业者，因此增订检举奖金的法源，本部配合办理。有关于萧委员等提案第19934号修正的重点，增订有关于所谓的定义的部分，本部也遵照配合办理。那么因为横着第修正的第34条之2、34条之1以及修正的49条、修正51条，我们横着之后，我们建议那么针对第19条之1的部分，我们还是建议举例的部分，如有外籍旅客进入该地区，应提供外语观光导览人员，这样子一个文字呢，对整个推动观光来讲，我们是建议予以删除。那么针对不得以赝品来填充的部分，本部全力支持同意修正，为有关于相关的罚则是建议回归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专业法规来办理。而针对34条之1的部分，因为横着已经明定了交通部观光局及所属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补助机关购团体办理或计划实施要点，因此未来可以研议将文化艺术活动来增列纳入补助范围，因此建议免再予增订法源。那么其他部分我们都完全配合办理，非常感谢综上的这个说明以委员的提案，那么所凝聚的发展观光条例的相关条文修正之草案的建议处理情形，敬请各位委员参采，谢谢。好，现在我们要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于10点截止。各委员如有提案，请于10点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中午原则上不休息。我们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宝清委员发言。我今天请交通部齐次长、陆政司林司长、行政司陈司长，还有民航局方副局长、桃园机场公司李处长、华务部参事、文化部专门委员、财政部组长、经济部审查官，还有内政部警政署，还有营建署，还有国防部，还有 NCC 代表了。来，拢起来，拢起来，请各位官员就位。还有原住民处长哦，还有农委会纪政，还有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胡科长，来，拢起来。头一摆哦，第一次叫这么多人上来。来，我先请教一下、各位官员就位。市长，这个哦，委员好，要发展观光很重要，就要创造特色，要创造特色就要反向思考，对不？是我讲一个简单例吼，我在当台银董事长的时候，有一个选民来找我，到我家里来喝一点酒，已经无助啦。我问他说到底怎么了？伊讲吼，钱叫我骗去啦，钱被骗走了，房地产被占走了，老婆跑掉了。我跟他讲说，我比你还惨。他问我说，为什么你比我还惨？我还讲说我钱被老婆骗走，房地产被老婆占走，我老婆还不走了。我跟你讲，后面还更惨。他说后面要更惨，我老婆说下辈子要嫁给我了。讲这台骗无搞，后台骗来倒。后来听我讲完了以后，就吹口哨回家，吹口哨回家。他发现他明天赚钱就是他自己的，我机器被人家骗。所以啊，他就很高兴哦，就跳脱框架之外去思考。那我先请问各位哈、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创造特色才能够创造价值，对不对？才能够创造价值。那创造特色才能够创造价值。那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熊，日本有一只很有名的熊，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举手我看一下，亚细花矿碗。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叫什么熊？
在熊本雄的熊啊，这个 BBC 估计说它价值超过300亿，超过300亿，就它创造一个特色嘛。好，来，请问一下，我们下一张看到来，这个四只熊都知道的人，可以叫到名字举手看看。四只熊来，毛利毛贡，来，知道不知道？这四只熊知道不知道？母狼在你看嘛，我们这么认真在做，结果没有一个知道啊。市长你知道吗？也不知道，好，都不知道。你看，表示我们行销出了问题嘛，对不对？来，我现在先讲右边那个，我想我们的主席就知道，我们招委就知道，这个、叫做高雄熊，高雄的熊，高雄熊。这个是什么熊知道吗？这台北的熊，叫做熊战，熊战啊，熊战。那这个什么？这是最近啊，在高雄机场非常夯的熊，叫做高高熊，它做得很高。高高雄，这小孩子到高雄机场都要拍这个照。来，这是什么？来，观光局定来过来，这是叫什么熊？我们的台湾欧熊。欧熊啊，你知道吧？欧熊就是黑松，欧熊的艺术了，谈黑松。好，你们其他官员回就坐来，留他们两位在这里就好了。来，没人知道，你看嘛，这我们政府推观光推了半天，没有人知道，反而大家通通知道。都举手说，日本那只叫什么熊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熊本熊。标题我们的行销出了问题，对不对？市长，我们应该更聚焦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公安局这个熊叫什么名字，人家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啊。这叫欧熊，欧熊，欧币哦，币哦。来，我也给他清稿哈。我们看看啊，我们台湾熊平常在做什么了？我们台湾熊做什么了？有在做亲善大使吗？有在做城市交流吗？有在家里当宅男还是在东门？我请问市长一下，他的熊东门不东门？我想观光局以卧熊，无啦，我们那卧大的熊有伫东门也无啦。我们办各种观光活动，包括走出去到其他国家去行销都有用。黑熊是不东门的，你知道吗？而且我们的黑熊是不东门的，对不对？因为在热带地区嘛，对不对？我们的熊不东门，结果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熊都没有在做事啊。不会啊，注定了。我希望这个就是一个吉祥物，可以造就全世界的注目了。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我们知道川普跟蔡英文一通电话，全世界知道有台湾啦。你去广告再多也没有用，对不对？是。那川普又不忍的跟这个修理这个中国，所以造成什么？造成大家都知道台湾啊，这就是很大的转变。所以想说，我们这个熊啊，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政府要很清楚的知道，要怎么把这个特色啊，把它行销出去。你看那个台湾黑熊，我们那就是熊本熊啊。你看做什么？要抚慰地灾灾民的心，他们做很多事情，宣传代言活动，然后这个代言家乡美丽风景跟水果，连水果都请他代言哦。来，我们看到都贴上去，对不对？他贴上去做什么？就是他出售肖像权嘛。不管是巧克力、握的吊饰、抱枕、水果，通通都有，有没有？所以，人家熊是在做事情，我们的熊是在冬眠呢。所以我在想哦，局长啊，这个很重要啊！你要让我们这些官员，我们的官员通通不知道，我们今天看到11个部会来。包含交通部就12个，没人知道。刚16人说，这是什么熊，没人知道呢。所以表示我们的行销出了问题哦。来，所以我想啊，这段来看眼睛哦，把这个东西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不对？欧熊，台湾欧熊。来，委员给我一分钟机会。好来，确实我们的曝光度还不够啊，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空间。我们现在有3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跟熊本熊合作，坐飞机彩绘啊到高雄。对，好。好，第二个，我们跟台东啊热气球会有一个欧熊的热气球行销全世界。是。好，那第三件事呢，我们觉得环保很重要，我们要帮欧熊找一个家，做一个绿建筑的这个欧熊的家。对，我想这个就是说有没有在想事情啦齁。因为我想啊，这个不做事情可以找100个理由，要做事情只要找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所以我看见齁欧熊齁，我们欧熊齁要想办法去推荐，而且到处都看得到。包含我们的机场看到说，就是欧熊来了，对不对？台湾的欧熊来这边就看到。好，讲到观光很重要，就是什么？我们这个
人家匈牧牛在卖很多钱哦，所以但是我们没有在卖了哈，我们要想办法行销。来，部长，哎，次长，我请问一下，我在啊，在立法院啊上个会期，我就跟交通部讲说要减税，才能够让扩大税基。减税不是让我们的税减少税收，是增加。为什么？人家愿意投资嘛。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报纸已经登出来，我上会期建立的啊，这会期行政在考虑说要把那个最高税调低了哈。我们现在的税率不太合理，就是我们的营所税是17%，我们的最高税率是所得中所得税45%，17%可以扣一半，换句话说就是收53.5%，再加上2%的二代健保，收了55.5%。你探亲了解我，那我们管你啊，你只要赚，你只要赚钱，我就跟你扣55.5%。所以现在台湾的有些人都走，为什么？因为现在说20%，香港20%，所以呢。来，我看到我们的那个萧美琴萧委员提出来说要减税，哎，市长，你的意见跟观光局的意见是怎样？我想我们是支持的，支持哈、哦，所以现在大力支持了减税款和政府减收，其实哦也赚过几钱。来，第二件事情，我想请教你一下，现在全世界哦都是叫做机场免费过境观光，你知道这事情吗？是从委员这边才知道的，知道哈。我讲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从日本成田机场来看，来你看成田现在转机是免费的哦，做什么？他让你只要他们规划都是3个小时，让你文化体验、航空体验、田野体验、雪片之旅，通通都有。这是成田机场，日本的成田机场。我们就看韩国的仁川机场，仁川机场他们更贴心，为什么？他把你分。你的转机到了1个小时、2个、3小时、3个小时、3个半小时还5个小时，他就跟你安排不同的行程让你去观光。你看他们的观光巴士，所有的观光巴士、寺庙的观光、夜市的观光。来，我们政府要不要朝这个方向走？是，我想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来跟相关单位共同来努力。来，我接着给你看新加坡，你看新加坡怎么做？哎，他们是你5.5个小时以上。他就跟你安排这些通通免费，做什么？让他了解当地的文化，让他了解到当地去采购东西。所以，保定啊，我讲这咱来赶紧来做了，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来跟相关单位来朝对好推动的方向做了。比如说台湾如果5个小时，你可以做什么？可以这样到奥内水拼，可以到大溪的老街、阉割的老街，到巴黎的左岸文化，到台北的什么台北市区观光。市长，观光局长，你同意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跟相关单位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努力啊！我想这样才能够让观光客在这里看到希望跟未来了哈。我想这个东西有滴想无滴想啦、嗯，尤其观光这种东西啊，说真的就需要创意，向好创意。那一进来就看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地方啊都可以去，政府都可以创造很多利润给百姓，倒不一定政府自己收取。但是当你用脑筋在用的时候啊，就会创造了很多人啊。比如说啦，你要买 Outlet， 我带你去啊；你要到大溪去买豆干，我带你去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的观光的产品，可能观光局要辅导，怎么样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对不？是不？那局长来讲一下他的想法。好，来，好来。委员指正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哈，譬如说我们现在确实有在做转机时间的辅导，像大溪老街这个部分我们确实有，我们也算了一下，大概转机的平均的话是有6个多小时，所以我想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也会跟桃园机场捷运公司跟桃园机场公司两个都需要合作，因为桃园捷运通了以后，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在两端，不管到我们的桃园或者是到我们的台北这两端、啊、我们觉得会再加强。是，谢谢。好，我想 要加油了啊，是要想要辅导我们的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比如像韩国卖人参，对不对？到欧洲去买 LV 皮包，对不对？我们除了现在有的凤梨酥以外，我想光局有责任去怎么样去辅导他们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来卖给观光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现在请赵正宇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齐次长还有周局长哈。请次长、周局长。我先请周局长。委员好。委员好。
局长委员好。刚才那个什么熊啊，黑熊什么熊啊，一大堆哈、哦。这个我们郑委员很厉害哈、哦。这个执行那个铁路局就便当讲讲哈、哦。那执行观光局就弄个黑熊，你看看他这个所谓资格老哈、哦、经验多的立委哈、哦，讲的比较好一点哈、哦。那我在讲我们桃园是什么代表性人物啊？什么玩偶啊？什么特色？桃园也有一个吉祥物，什么？哎，那个样子，名字我阿桃，阿桃，哎，对，阿桃，阿桃，阿桃园的桃，桃园的桃，还有一个元哥啊，阿桃比较有名啊，元哥我还有一点忘记，还是刚才问人家一下，这阿桃和元哥，尤其在我们台湾灯会的时候有没有？对，好，桃园灯会在桃园的时候，去年是吧？今年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创造非常多的人哈，破纪录。对，这个破纪录哈，这桃园办完了，其他县市也想办，但是哦，都以桃园哦作为指标嘛哈。是，那他们压力也很大，但是每个县市啊，为什么要争取这个一曝光率嘛，可以造就很多那个经济的，创造很多经济的机会哈。这个观光是非常重要的哈。哦，所以说部长你要多那个局长你要多用心一点哈。那局长你石门水库没有关？是那个一直要讲很多次、啊、约委员去石门水库。哎，这个有没有很经典的话？是，这全世界都知道啊，对，全世界、啊、全台湾都可以说。我也跟委员报告，那个我也跟那个我们桃园市的那个杨局长，也希望能够把石门水库的这个那个慢那个正好游一圈啦、啊，正好可以42公里啊，可以像跑全马一样。我们也在规划说有几个地方明年的特色加值来协助啊。亮点计划已经开始在做了嘛哈，是，好是，那等一下我再请教你哈。那个请次长，是委员好。那个我们交通部是螺丝松了还是螺丝掉满地啊？你觉得呢？是哪一种？我不知道委员讲的是哪一件什么讲的，今天报纸上那灯那么大，对不对？哦，那么多事情，我想今天也不要再讲这个东西了哈、哦。这个全国都知道哈、哦，这个螺丝松了就要把它锁紧嘛，对不对？交通部是。那螺丝掉满地啊，那要干嘛？要不要捡回来嘛？是不是？我想交通部啊，这个最近啊出了那么多事情啊，如果是要真的 PowerPoint 讲出来、啊，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竹繁不及备载、啊、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今天讲这个哈、哦。那台铁哦。最近又出了事情嘛哈，尤其最重要，我上次有讲哈，我讲台铁的人数哈，坐乘车的人数增了哈，大概46%哈，但是我们人数哈，员工啊少了2.6%哈，2.3%哈，这个非常严重的哈。那他们的现在困境就是说每个月要46个小时嘛，对不对？然后每个间隔有没有要11个小时休息嘛？然后另外一个减班22小时，人力缺口高达2500个人哈。那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我请问台铁要怎么办？是，我想台铁他们已经内部开过很多次会了。第一个，资本知道他应该是要去增加他的员额，但是需要时间，人员的养成可能需要时间。那短期要来处理的，可能就是说弹性的人力的一个调度来。这个调度很重要的，你知道吧？那你一下要增加这么多人，尤其是司机员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训练嘛，需要时间。那你们定了这么多因应之道，什么夜间10点以后啊就停驶啊，还有那个2等以下的就比较小的车站哈，你就不开也不营业不卖票嘛哈。那接驳车、高铁、列车它也停驶嘛哈。那明年春节有没有要发动警告性的罢工？我还要卧轨啊，你知道？这个期间呢、啊，尤其我们春节快到了哈，下个月就是了哈。是，这个你要如何因应？我上次有问部长啊，部长也答了不是很清楚。你今天要不要把它说明白一下？这个我们要怎么用一下？我们刚刚委员讲的对了哈，就是治本的方法可能需要时间、人员的补足。那短期，尤其是营运即将到来的元旦还有春节假期，那哈。好了，市长问你了。我想，因应短期内因向这个接下来的元旦或者是春节，那我想台铁当然他自己内部我们会要求有一些二线的这个人力可以到时候可以来因应支援啊一线人力先度过这一个也不影响这个输运的这个目标为前提。那个市长，那个调度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市长你也要了解哈，这个调度怎么拿捏、怎么分配哈。那今天为什么交通单位的
公务人员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哎，台铁员工哦，你看一般的薪水是33,000，公务员普考哦，他的是36,000，就差了32,000。那高级的比较高考的嘛，哈，那40,000开始哈。那其他的哈的薪水，公务人员是46,000，哎，差了6,215哈。那你薪水哦，都输到起跑点哈。这个我上次讲得很清楚哈，那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啊。我们这个邻居啊，我上次有讲过哈，特别在告诉你，哎，他是你们我们交通部的一个也算一个干部了哈，主管级的哈。这个他结婚了、啊，那个嫁过来我们桃园了、啊，那生了小孩啊，没有生育津贴，读书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教育补助费，哎，他的婆婆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公务人员啊？为什么隔壁的？”那个王先生的儿子在清洁队上班，清洁队你知道吧？公所清洁队上班，他有那么教育补助费啊，哈，什么都有了哈。为什么他还不用考的？你考的，你到底是不是公务人员？哎，这个薪资差这么多，有没有？你看，优惠存款他没有了，结婚补助也没有了，子女教育补助也没有，丧葬补助费也没有了啊。公务人员全部都有啊。你说今天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孩子或者你还问他到底是不是公务人员，那老人家搞不清楚、啊、为什么隔壁的清洁队员都有这些福利，我的媳妇是公务人员怎么没有，他还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公务人员，是不是啊部长，是啊，这个真的是差很多哈。那这一次我们铁路局，我们大家铁路抗议嘛，有没有，他有四大那个诉求嘛哈，我们这个前面三个有没有，我们交通部都同意了吗？那是啊，铁路局三个诉求。市长，你不知道吗？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营运奖金并本俸哈、哦、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整个薪资待遇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已经把台铁的这个诉求，我们已经这个报请我们这个人事行政总处哈、哦，在这个合议当中了。我想，那基层人力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啊，这个。这个每个什么都抗议啊，从华航开始有没有啊？现在又铁路了，哪天是不是航运啊？其他全部都有公路啊，也有慢慢的全部都浮出台面上来了。市长，你要赶快加油啊！这个内部啊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先检讨，你不能全部都爆发出来，你知不知道？那你今天受害者是谁？社会大众嘛，是不是我们民众行的安全、行的那个方便嘛，都会被影响嘛？所以市长，你特别要加油一点，你状况外哦。你赶快进入状况啊！是，我想这个从刚开始委员所讲的整个人事薪资制度啊，确实目前是存在多轨制了。我们有一般薪俸，有检建委，有资位制，有事业单位，所以确实是存在刚委员所讲这些现象了。那现在各业，尤其是交通部分，他们需要这些诉求，我想我们会依委员的意见，我们走在事情发生的前面。前面你要赶快预防，赶快去跟他们协调，跟工会协调好，是不是？跟相关单位来做沟通。好，谢谢哈，周局长。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再下一个，那个，哎、欸，我们旅客 是破千万的、啊，越来越多了哈，辛苦有成。那有代价，最多是哪里？是，先看一下，就是泰国嘛，菲律宾嘛，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日本、韩国比较多？日本、韩国嘛，对不对哈？来，再想一想。那请问我们外语的导游赔少了多少？哎、欸，阿拉伯语没半哎，印尼语的才7个人。马来语的才1个人，泰语的才8个人，粤语的7个。哎，你南下政策有没有？是，你要东南亚的旅客，哈、哦，这边东南亚地区的，因为比较近嘛，要赶快过来，因为我们大陆客减少了嘛，对不对？是。如果大陆客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在地的导游就多嘛，因为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全部都是一样的。你要培养，要考一个我们的导游是非常容易的，对不对？是不是？是。那其他外国语的那些，哎，你刚才讲的日本人也来多了，韩国人也来多了，是不是？菲律宾啊、泰国啊这些有没有？现在免签，大家都要来台湾嘛，对不对？是，都来观光旅游，尤其是什么美食嘛。那我们最近花那么多，从这个那个很早期到现在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地方政府尤其做那个基础建设做得越来越好，好、哦，那配合观光局或者政府的，把一些街道啊一些这个特色都弄出来，很多东南亚旅游团呢、哦、都跑到我们那个台湾，而且我们最近推南向嘛，对不对？是啊，你这些人越来越少，奇怪了，那你要补助这些人要来当导游，那菲律宾、印尼、泰国人到台湾嫁给台湾人多不多、啊？
多嘛。是是是。那为什么不能培养这些来嫁来我们这边的那些原住民呢？那个居民呢？是是，谢谢委员，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三十委员也特别提到，几位委员，我们也在努力，现在已经培养200多位了。哎，那还没考完嘛？会继续，还没考，还没考过。然后我们有两个策略，一个就是导游有应该是在2020年之后啊，就不要再用国家考试的方式来考，而是用证照的方式。证照方式是吧？对，那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子发展。是是，好，谢谢你啊，加油一下哈。谢谢。好，请就坐。好，我们就请。李委员昆哲，谢谢主席，请次长，请次长，还有周局长、林司长、陆政司林司长，林司长，谢谢。委员好，次长你好，有关于交通部现在把安全、交通安全列为市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这几年来由于这样一个车祸，造成国人死伤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在重视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是一个重要而且正确的施政方向。那有关于交通部贺成部长在日前所提出的有关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调整它的相关的方式啊，这个次长你清楚吗？详细内容可能没有很清楚了，可能陆政司司长会比较清楚。好，市长，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因为现行的制度啊，是在2013年由金管会跟交通部他们啊去修订相关的汽车责任保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汇率表，他们增订的把酒驾列入违规记录的这样一个汇率表里面，是，就是说你违规一次就罚2000亿，多加2000亿的保费，那是。一直累计加成上去，没有上限。是，那大概全国大概有2%的这样的一个车主被列为这样的一个加成保费，是不是？你清楚吗？详细的比例应该跟委员所提的应该不相上下。那现在我们交通部要严厉的，就是有三大方向。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些违规原本是只有酒驾而已，是，他现在要把这个闯红灯跟超速40公里以上，是，也列入这样一个违规的相关的记录。第二，要把机车也纳入。第三阶段，他要将这个绑车改为绑人。是，那这样的一个你清楚吗？我们这个阶段的时程表是如何？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目前第一阶段，要再从现在只有针对汽车酒驾这一个违规加费，再进一步包括这一个所谓的闯红灯跟这个严重超速这个重大违规，要一样比照来办理这个部分。事实上，目前我们还在跟金管会积极在研商当中，因为金管会他一直认为强制险它是重车的。重点来了，金管会同意吗？你们有跟金管会讨论过？有，之前都有。内容是如何？之前有针对这些议题有研商过，但是到目前为止，金管会这边还一直表示跟金管会都还没有同意，你们现在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你就要端菜上来了吗？跟文报，我们当然是从整个交通安全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来想方设法。那其中针对这一个透过强制险的这一个保费来课予这一个重大违规的驾驶人能够来减少这个可能的肇事风险，那这个也是我们朝向的一个。那你相关的车企管理制度也要大幅的更改吗？这个部分因为都后续还要再跟金管会对啊，我们这么重要一个政策为什么都还没有成熟，跟金管会也没有讨论出具体的内容。对于相关的机车何时纳入以及绑人绑车要如何处理，跟金管会讨论的具体内容都还没有出来。因为安全大家都支持，大家都重视，但是你具体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成熟，是否国人能否接受，这都是一个讨论的议题。那我们现在从104年度来看，不管是从警察单位或监理单位来看，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人跟车不同的这样一个状况是高达40万件的，这还是监理单位跟警察单位查出来，实际的数目更大，影响层次非常大。那市长，你对于这些相关的政策，到目前都还是在讨论当中嘛，对不对？是，在这研究。那时程表也还没有嘛？是，只有说第一个要把这个闯红灯跟超速40公里以上跟酒驾合在一起，啊，列为一个重大违规的记录。是。那机车何时纳入？目前没有，到目前也还没有讨论到。是。我希望这个政策啊，对于提升安全，国人都重视，也都支持。那相关这么牵扯这么大，关系这么多的车辆跟驾驶人的重要政策，一定要讨论成熟啊。那今天跟你们的对话，看起来你们都还不是很进入状况，连最基本的跟金管会相关的讨论都还没有具体的内容，不是吗？是因为金管会还是表示从整个强制险的当时的制度设计上面是从车，所以如果现在要加这些重大违规因为违规还没有肇事，那整个强制险的它的保费费率从损失损失率的设计是从走肇事的这个基本去做这个研定的。这个交通部尤其市长你的责任非常重大，是这种相关的政策。关系到国人的驾驶习惯，以及相关的违规，以及相关的这种交通安全，这么重大的政策是必须经过成熟的讨论，而且有具体的内容。那今天让我非常压抑，你们跟金管会最基本的讨论都还没有出来。我们还是持续在跟金管会讨论之中，还在持续，你们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政策，还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绩一般，这个。要多加考虑。我现在请问周局长，是我们现在促进国内旅游方案，是从11月10号到12月12号，是这3亿元的这个经费啊，现在大概花了46.99%了，对，将近一半。那这个方案本来是要到预定到明年的4月30号，预定是要半年，是现在就已经用一半了，然后你到过年前大概就用完了。那你接下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你是要继续的撒钱呢，还是有什么中程的方案？因为钱快用完了、啊。是。那你现在对国内旅游方案的促进，你有什么想法吗？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有等于是有纲要一、纲要二、纲要三。那其实纲要一的部分，其实就是类似我们要把它辅导转型，东南亚。训练，或者是第刚要三的话是，我现在问你的是这3亿元快花完了，这个部分撒钱式的补助已经花一半了，对，到过年前就没有了，是，本来你们预定到4月30号，对，这个部分是因为有扩大旅行社的参与嘛，所以它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怎么扩大。本来是只有比较受影响的这个9个县市的旅行业者，路团的旅行业者，后来我们有扩大为我们国内其他的国内旅游的旅行业者也可以参与。这是我们个人的要求。对，那么我们未来就是用国旅卡这个部分啊，其实国发会已经定掉了，希望局长从你的话语之中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3亿元花完了之后。你们毫无对策。我们有研议啊，就是刚特别跟委员报告，就纲要一跟纲要三有关于辅导跟有关于培训，有关于这些策略的这些空洞的文字堆砌，不，这些也需要经费，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会持续啊，在106、107，我们持续。现在我们对于国内旅游的套装旅游路线啊，是要如何去吸引国人的注意？因为是国人的消费能力强，我们日本跟这个日本国人啊。日本人在他们国家的旅游消费跟到国外的旅游消费只差一倍而已。哦，是。那我们台湾的旅客出国跟在本国旅游消费是相差4倍。是。我们要如何促进国内旅游？是。要如何促进国内旅客在国内旅游消费，都是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思考啊。是在政策上。现在还在纲要一、纲要二、纲要三。
我刚没有这种能救国际，我刚没有救国内的旅游吗？我刚没有特别听懂委员关心的这个议题啊，我以为是说在经费分配上有没有给更多的经费的资源？那其实套装旅游是一个配套，我们这个启动了所有的县市政府。好，那我就问你经费，这三亿元发完之后，你们还有其他经费的编列吗？我们的经费不用在这里，不用在这边。我们的经费就是要提升整体国内旅游的体质嘛？体质，对，把那些有关于我们过去在一些游乐、风景区的部分的这些无障碍设施来提升，加强国内旅游的套装旅游路线。因为国人的旅游状况调查里面就明显显示，最吸引的不是金钱消费的多少，而是你套装旅游的路线的内容是什么，以及要如何增加国人在国内旅游的消费，这都是很重要的政策方向。刚才也提到相关的导游，我们现在在两年后要取消导游的考试，是不是？我们希望说三年之内啊，这个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好，那我们现在在推东南亚西南向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那刚才也提到我们相关的导游的人数是非常少，像泰国、印尼、对越南都没有超过60个人，尤其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现在跟新加坡是东南亚来台湾最多的一个旅客，但是懂马来语的有证照的导游才6个人呢、是，所以这个要如何去补强呢？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跟教育部还有劳动部正在协商了，就是让这些新住民以及在台的留学生。市长，你别忘了，我们国内考导游啊，有两大基本资格，第一个要我国国民，第二个要高中毕业。各位，我们刚讲的不是导游，他是说未来的旅行团里面有辅助的随团翻译，他其实就是导游了，协助导游来做一些介绍。你们只是用一个名目去做调整，但要赋予一些必要的这个部分要加强哦。因为像日本他就没有去分，去强调国籍或他们学历，而且他们考试也很简单，专业而单纯，就是考历史地理他们相关的旅游概况而已。但是我们国内考导游好像要考高普考一样哦，这个都是脱离实务啊，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我也请周局长啊，针对这种促进国内旅游方案已经快要结束了，本来要到4月底，可能到过年前就没有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旅游的促进啊，套装旅游路线跟加强国内消费是重要的政策，希望你能够尽速的提出来啊。是。现在请陈欧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观光局周局长。请周局长。陈委员好。局长好。前几天看到观光局公布了一些来台旅客数的一个数据的哈，是，那推估了一下，大概我们到这个月底大概可以突破到1066万人，那相较于去年是我们是1044万人哈，我们是屡创新高了哈，从这个图要一直看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也了解，台湾正面临那个观光景气最低迷的时刻。那这个数据呢，相当有提振士气的象征意义。基本上我觉得是好的了哈。但是局长，你身为决策者啦，应该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面对这样的数据的解读哈。你会很高兴吗？跟委员报告，确实这样子一个数据，其实我们在下半年确实格外的辛苦。那我们也觉得，
这是国家整个产业的发展，观光产业扮演的角色啊，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希望用这样子一个指标啊，来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等于是，高兴也不敢高兴太久，因为我们觉得这应该要马上有很多布局的部分啊。其实我们从在年中的时候，中间的中。就已经逐步在布局了，是多元的开拓。局长啊，叶生，这张这个投影片我上次也给你看过了。是。世界旅游委员会呢预测，我们2026年就10年后哈，台湾的观光发展对 GDP 的贡献呢是成长2%啊。全世界如果以184个国家来比较，我们大概排名178名。是倒数全世界第6名啊，是2%哈。那针对这样的预测，部长有没有那个局长有没有看法？没有，这个我们所了解，因为这相关的国际的这些讯息，我们都要在收集了，因为它的指标也不大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是我们是一直努力的目标，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这样子一个排名跟。这个调查的基础不一致的情况之下，这个太过于这个在意了。所以说我们 不用太在意嘛，哈。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努力。我的意思说，倒数第6名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数字是。我担心哦，如果能维持倒数第6名都还有问题，事实上搞不好还更糟了，搞不好还更糟哈。那。也许没有成长，或者是倒退的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有我们讲产值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他们也都把飞机票算在里面，我们飞机票不算在裡面。那个我来跟你讨论一下来。是。这个哈，红色这条线哈，是每位旅客平均的消费。我们在4年前是1817块美元哈，到今年我们大概平均1378美元哈。我们人旅客成长刚刚讲了，到去年1044万，到今年可能1066万。我们旅客人数越多，但是每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额是越来越少哈。所以我要提醒局长啊，你要去了解一下哈，不能单以旅客的一个人数作为比标，而是应该要以观光的产值来评估台湾观光的发展，这样才富有比较大的经济发展的意义。局长，你同意吗？同意，而且要看两个指标了，一个包括这个停留天数，那还有刚刚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在算的标准啊，很多国家它是不把机票放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是那个机票没放在里面，他把机票放在裡面这个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这个同一个就是你来平均的消费是不是几天全世界都会有下滑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数据下降哦。是，我们解读数据要有科学根据的。对，这个不是说来一天消费多少，是总共他来这边平均消费多少，到5万多块，到这里的时候到接近4万块。购物的部分会哦，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电子商务越来越多，那个是凭借台湾的观光发展有很多指标了哈。我们接着看一下图表，上次这个图表你也给你看过了哈，有。我们在法规效力跟弹性，还有国家品牌战略行销，台湾的评鉴指标都是在末端班呢、啊。全世界141个国家，我们台湾在法规效力与弹性的时候，我们是排名75名。是啊、哦，在国家品牌战略行销，我们是排名125名呢、啊。局长，要跟你提的事情真的是很多了哈。如果说一些事情，如果再不能让你惊醒的话，哈，你还自我催眠，都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要谦虚了，而且要谦虚的来学很多东西了。是，这个哦，这个是像国家品牌那个部分，它是如果是加入这个没有什么的话，它是指标就比较高了，因为看它指标也不大一样。哎，局长哈，是我提供给你数据，不是我自己编的。我了解，是大家提供出来的。我们的法规是要松绑。好，那我请教局长哈。如果在国家品牌战略行销方面，我们有机会让台湾登上联合国的一个舞台，你愿不愿意去争取啊？当然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要争取啊。好，我上次有跟你问过了哈。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是
正式明定2017年为国际永续观光发展年哈。他们这个组织呢，在征求官方的赞助商跟合作的伙伴哈，赞助商在这里，那合作伙伴在这里，那个局长哈，是，如果我们官方赞助商呢，可以受邀参加国际性的开幕闭幕的一个典礼，上台演讲，或者是正式在台上行销我们台湾的观光宣导，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愿不愿意花点钱去做行销？如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年会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来争取。是，局长，你知道这样花多少钱？如果刚刚讲的话，我目前不清楚，嘿，但是因为2017年的预算已经这个，但是我们觉得有这样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调整。我想这个大院也会来支持。是，局长哈，你的公安局太不用心了。哦，你都有这样想法，结果你们也没有提供你幕僚的意见，跟局长报告，我跟你报告哈、哦，不敢啊，没有跟你报告，我跟你报告，观光发展基金会里面的服装费500多万，只要拿1/3出来就可以够用了啦，150万就够用了啦，这样就可以上国际的那个去宣导我们台湾的观光。这个网站上面都登录，好，我先都指导一下。还有你那观光发展的基金哦，里面账乱七八糟的哦。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跟你算，你自己先清一清，改天我再跟你算哈、哦。接着我要请你看一下，东协十国哈、哦，前往亚洲邻近地区的排名了、啊、哈、哦。是。那这个图表，我们看一下哈、哦，有出现台湾的只有在这里，啊、哦，也就是我们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台湾是排第5名，对，哦，其他都找不到，我们远远落后韩国啦、香港啦、日本啦，哦，这个，啊，这个可以讲说哈，这三个国家也是台湾发展新南向的观光的竞争国，是啊、哦，那局长哈、哦，你知道为什么台湾会去新加坡，会在新加坡跟这个马来西亚挤进这个前5名呢？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们就分析一下眼睛，愿闻其详，哎，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在吉隆坡都有设海外的办事处，没错，大力在推展，所以人家日韩、日本、韩国、香港都在东南亚布局了6个观光据点，是，台湾只有2个，那全世界大家都要抢食这个观光市场，台湾的旅游竞争力哈，我们当然会输啊。你的预算，哦，你的企图心要展现出来。是，哦，你要跟国家竞，跟别的国家竞争，不是在我们这里比，在台湾比，你观光局永远是第一名的嘛，就是你的负责的一个场域而已。你要跟其他国家来比较嘛，这样才有意义嘛。那这张图哈、哦，你看看哦，我们在泰国719万人哈、哦，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马来西亚是604万的这个。华人总数了哈，那印尼是736，啊、哦，所以泰国跟印尼呢，这是最高的，是。那我就建议你啊，是不是我们这两个地方来增设这个海外的办事处？也跟院长报告了，有机会，有机会哈、哦。我们明年应该会先在一个点来设，嘿。好，最后一点哈、哦，我想说这个，我们现在行政院已经要求要扩大。东南亚来台的观光计划，那我在这里也执行过你哈，所以我上次也邀请你要启动一个突围的一个战略模式，所以我们先把东南亚啊来台的旅客的目标，现在140几万，我明年把它奠定了200万，要有个先一个目标值啊，是，哦，要一个企图心的哈，所以我也在这里建议你哈，新南向的政策就是要开放、开放再开放。这个要结合我们其他部门，你要去推动，外交部来协助，啊、哦，外交部来协助什么？杜立坚，对，这个很有效的，我们或者是我们其他应该有相关的部会要去，那个、啊、我们的相关预算呢？我上次讲在观光的预算这方面要扩大，据点该设的地方要设，哦，我们要用我们宜兰人用劲呐、啊，劲用心呐、啊。
尽用力来推广你的观光的发展。哦，那我说你编列预算也不够，杯水车薪，那跟你打竞争力输人家，根本打不进进去东南亚市场，资源也比他少，对，我们也不认真，那怎么会进人家？人家不会了，人家那个，其实同仁每个礼拜都在开。来，我问你一下，局长，你愿意把去年、把明年的那个东南亚的这个旅客的目标呢？是，奠定了200万人。好，我们来努力。好，不过应该是180了。180啊，对，180到185。你如果定200万达到180，我会给你跟鼓拍手鼓掌，好不好？那预算我觉得应该该编列要编列，要让企图心拿出来，不要给他当笑话。全世界184名，我们排178名，哦，而且要你要从会努力了，从这个经济的产值方面，观光的产值方面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比较，这样比较有意义的哈。以上，谢谢。是，好，谢谢委员。现在请严宽恒委员发言。那我们等一下郑运鹏委员发言完毕之后休息10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主席，我想请交通部，我们的次长，请齐次长，齐次长。严委员好，次长好，次长是，这个是今天的新闻哈，就是那个台铁工会他预告要罢工了，哦，预告要罢工。那想要请教次长说，接他们对于工会提出的这个4项的要求，营运奖金、入本俸啊，还有补齐基层能力、增发危险津贴、年终奖金要单独办理。这些事情你们如何因应啊？我想有一些并不是交通部全责可以单独决定的。那我们已经跟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在做一个协商。那至于说增加基层人力的部分，那这个治本的面就是应该要让他们新增编制、新增人员啊。但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能需要时间，除了继续努力去做之外，那短期可能也要因应立即性的需要了，包括元旦，包括春节。那这部分我们也跟这个工会还有台铁这一个的同仁啊，正在研商用短期人力调整的调度方式来做营运处理。但是你们现在人力短缺将近2500名的，大概是2400左右了。那像这种情况，你春节他们已经甚至于说要卧轨抗议了哈，这些事情我不希望说又造成我们春节整个这个。所有国人在搭乘铁路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变成一个事件了。既然有充沛的时间可以让你们交通部去处理，你们要妥善处理。是。那另外，另外哈，这个哈，这个是今天的头条哈，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我们一个铁改局的一个工程人，我们的女官员哈，她为了要执行公务，好，执行公务，结果在去年的7月哈，就被这个官了哈，他上面他的长官，还有这个商了哈，官商警黑道哈合作，将他强拍裸照，好，将他强拍裸照，好，还擅改合约哈，就是最主要是要干嘛？就是要帮助厂商哈，避免厂商被罚款了。我想要请教是说这个事情。今天报纸登了，但是它事件发生在去年的7月。那次长，你是现在知道还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我大概2天前知道这件事情。2天前才知道这个事情，要看才看到我们铁工局提出来的报告了，详细的内容啊。那你从去年七月到今年的年初，哈，这个台中地检接获检举开始侦办。你们铁路局完全，我们交通部完全，这个不知不觉置身事外，这样子。
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我个人了，因为我是上个月才接这个职务了，那这个是铁工局中工处的案子，那看到完整报告是两天前，那部里面我不知道市里面是不是更早知道这件事情，跟委员报告这个之前我们也没有接到我们铁工局中工处这边的一个报告资料。这是铁工局它中区几个那个车站啊的这个工程，一共有我知道嘛，就台中铁路高架这个我知道哈，也之前也做了一个通车典礼哈，总统也有去了哈。那所以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哦，市长你是你两天前知道？我是两天前知道。那像这种情况了哈，我们交通部接下来怎么作为？对于说这些涉案其中的，好，包含了高阶干部哦，有这个中工处的处长，有段长，好，涉嫌包庇图利，甚至于这个什么擅改合约哈，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怎么处理？那这个案子目前是台中地方法院的地检署，他已经在侦办了。事实上，他已经起诉五位。对于说已经检警在侦办的哈，刑事的部分我们不用去讨论了哈，就是让他去让检警去办理。现在是说对于我们的行政措施啊，我想第一个针对于当事人的部分，铁工局已经做一个这个我们部里面已经做了人事的调整了哈。就已经评调到其他单位，这边就不方便具体讲出来了。那至于说涉案的，包括处长、段长，还有办公室承办了，这因为进入司法程序当中，我们是司法程序完再来做必要的处理了。我看到媒体报道是说，他这个处长从中工处调到南工处，他只是一个例行性的这种评调到南工处，这怎么是你们的一种行政的惩罚？我们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说，我们交通部，对这样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瑕疵、这种犯罪行为哈，竟然还，置身事外，好像跟你不相干一样啊。因为这个只是疑似哈，这个女官员遭辱跟工程案疑似中间有一些对，那我想请教不然关系了，但没有确定之前，我们是先把处长评调到那你对这个受到威胁的这个我们的女职员、女官员，你们怎么安置？我们让她调离原来的单位，现在她是评调到我们部里面的另外一个单位。她本来自己就请调走了啊，她还碰到这个事情，加了加息啊。还是辅导让她还是回了。我知道有个党片，不单党怕哟。本来她辞职之后，但是我们是辅导她重新回来公职，只是离开原来单位了。不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妥善的一个安排跟一个防范哦，换了谁来都一样了。既然有这个权力哈，我这个秉公办理，然后依法开罚，我都爱哄穷汉哈，甚至于被掳人勒索，然后被掳人，然后带到一个带到别的地方，还强拍裸照，还戏虐他，哈，讥笑他，然后呢，哈，还警告他。这些都是你对于说未来要承办这么重这些我们这个政府交代的政府要做的事项，然后尽力去办理的这些工人员，他们怎么会有这个他们会害怕，对不对？对，我想怎么保障他们，这些不当行为都是应该要注意跟改善啊。那部里面的政风单位还有铁工局的政风单位也都在介入，那也会针对这个案例来辅导我们所有的工程还有相关的辅助单位的人员。对了，一定要有一个很积极的防避的措施啦，还有要保护这些这些在第一线在这个认真做事是勇于认识的这些公务员，是应该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是那要希望了可以看到交通部的作为，不要说只是一个好像是草草了事的这种做法哈，是会让人心寒哦。是。另外再请教，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公路法审查，针对 Uber 如果再不配合的话，就会技术重罚哈，10万到2500万。但是他马上在一周刊刊登广告哈，跟交通部对杠哈。那今天审查交通
这个发展观光条例，最主要就是说要如何处理Airbnb 的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是同性质的哈、哦、，Airbnb 就是房屋版的 Uber 哈、哦，就房屋版的 Uber。那 Uber 已经做大了哈、哦，那 Airbnb 它现在正在成长中了哈、哦，正在成长。我要请教说，那 Airbnb 在台湾到底在国内的旅游市场有多少的比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占了多少比重？按观光局的数字是大概有50万人次接受 Airbnb 的媒介来住宿了，50万人次是吧？从多少的时间了、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50万人次？一年，去年一年，一年有50万哦。那明年呢？你预估它会成长到多少？没办法预估、哦、这种新兴的市场，它是一个云端的一个媒介平台了。对啊，所以说它是在它公司在国外哈、哦，那然后它。公司在国外，也不用做消防检查，也不用做逃生机制，然后也没隐私，也没有保证。对于这些去消费的这些人，所以投诉的这些旅客，啊，但是他在我们的境内，在台湾，在国内哈，在国内盈利，那他赚的钱也不用缴税，好，也不用也不用受到监管，而且在这个电子商务部分又属于是金管会的。那另外像观光旅游的就是贵部的吧，好，观光旅游是贵部的业务，那税收的部分又属于财政部的。那我没有看到说这三个部会有什么一个积极的作为，好像任由这些非法的这个非法营业的这些新兴产业哦，任由它在国内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在兴起，然后在发展，然后去影响原来合法遵照国内规范、遵照法律规范的，好、哦、这些合法的业者，影响他们的生计了、啊。好、哦，那我就看不到我们这个行政部门有什么一个很有 gas 的作为啊，有魄力的作为啊。我们已经在这个场合一再的提好几次了，不是今天才提。是，其实有关创新科技跟资通信技术的导入，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都乐见的。但是重点就是刚委员所提的，不能够非法。像刚刚讲的 Uber， 它就违反现有的法令，因为它车辆跟驾驶人都违反法令，所以我们对 Uber 提出来也是希望它纳税、纳保、纳管。那我们就认为就可以了。Airbnb 也是一样了。你今天是像这样的一个媒介平台，我们也乐见，也欢迎提供服务品质。但是你要纳入媒介的对象是要合法的旅宿业。对啊，你也提到重点了哈，就是我们也要求他要把非法的要去下架。对啊，所以说我现在想要请教说，你如果说市长直接在网络平台直接锁住，做不做得到？在网络平台直接锁住，你做得到吗？今天愿不愿意做了？愿不愿意做了？今天的这个条文修正里面就会有，而且还留了一个法源，鼓励民众可以去做检举，来让他没有任何可能的机会，以非法方式利用新科技在这边破坏我们的市场均衡。我再提醒一次了哈，他既然不纳税，哈，没有纳税，然后呢也不配合法令，他就是违法，是就没有商量的空间了。是哦、所以你既然说你今天我们在讨论的细节里面会有这个有一个积极的作为、哦、那我希望我们要马上来执行，是不可以，不可以任由、哦、这个东西它像 Uber 一样有前车之鉴、哦、让它的一己之力做大，你会越来越难处理，好不好？好，是，好，谢谢市长。好，谢谢。现在请郑运鹏委员发言，郑委员发言完毕之后休息10分钟。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先请次长一下？请齐次长。次长，我只请教一个问题啊、哦、简单的。今天那个报纸上刚才很多人在问那个台铁的那个弊案。铁公局啦，就那3000万有没有罚、啊？你不晓得，目前其实还不到这个罚的阶段，但是我们现在他就是因为有主管坚持要罚，结果铁公局放水，后来衍生了一段问题，之后才有这个案子嘛。
啊，结果那三千万罚了没？其实我们工程通常哈，就是在估验之后罚了没嘛，就是直接回答罚了没就好了。那这样的话不就变你们里面还渎职图利了吗？罚了没先讲了，好不好？这是关键问题啊。我看到的资料是还没有了，铁工局是说明一下。那你们怎么解释这一段？但是工程上我们握在手上的经费啊，是超过他要罚的金额很多了。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履约保证金，还有雇验款，要有一些这个，所以是当初这个女主管要罚是不对的哦。但是罚不罚，可能行政作业程序，我不知道铁工局目前的进度、这个事情怎么搞成这样？今年一月初的案子到现在你都没有罚，然后你今天还敢来委员会？有一个行政程序来做确认，确认之后要罚。但是现阶段我所掌握到的资料是，他们已经把这履约保证金还有雇验款的保留款。市长，这个讲不通了。回去查清楚，公开说明，发新闻稿好不好？好，我们请铁工局这个会后就来发。我本来以为说问了结果是有罚，结果你们竟然这个答案这样交代过去吗？人拢用Bucky， 被人家拍照，被人家威胁，结果你那三千万，你跟我说是在他们的保证金里面。这是两件事情啊，一个是说逾期违约金3389万的事情，该不该罚？那要罚有一定的行政程序。那第二个这个如果不该罚，当初这个女主管就告诉他不能罚嘛，对不对？那不能罚，他也不会负担那么大的责任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嘞？12点之前公开说明好不好？好，我们请。我很少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请铁工局。本来以为是一个明确的答案，结果你们竟然是这样。这样有办法对委员会交代、对当事人交代吗？好不好，市长？好，是，好吧，那你先处理这个事情。好，那请那个民航局方局长、方副局长，请方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好，刚蛮生气的，现在讲点还算有点进展的事情了哈。是，我都有看到即时新闻，昨天的。那现在有关于复兴航空12月21号。那恶性倒闭之后，那有1700多个员工，我们政府有在协助转职。现在看到一些方向，您可不可以做说明一下？是，谢谢委员哦。那因为复兴航空无预警的停航之后，其实民航局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配合劳动部协调各相关的国籍跟外籍的航空业者以及相关的产业的业者，然后尽量能协助员工寻求转业的机会。那这个都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现在进度是怎么样？我媒体上看到有200多位顺利的转职了吗？有机会顺利的？目前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各个航空公司或产业，它需要的话，它需要一些面试或是寻找他们适合的一个员工。所以200多个是不是事实？有可能有机会。事实大概都是有业者他们愿意提供出来的一个。我的了解是，这200多位还不包含那个机师嘛，对不对？对，有些是员工他自己找的。好了，努力一下。然后过年前转职的确不容易，所以复兴航空的二职这最佳一层了。过年前尽量帮忙协助转职，好不好？是。他们现在还在持续对于他们经理人抗争，不要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是，好不好？这政府能做的，然后持续把进度对媒体公开，好不好？好的。好，那再请那个观光局周局长，请周局长。主席，不好意思，刚才不晓得次长这边对于台铁的铁工局的说明这么。叫他们了哈，那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超时10点，我先抱歉一下。局长好。委员好。今天有蛮多委员有问到观光导游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观光产业哦，它应该逐渐变成我们台湾重要产业，这个没有错嘛。我们也希望说观光局的比重越来越高。是。那在前天哈，在前天我们台湾来台旅客外国人突破了1000万人次，这数字是确实的吗？是确实的。我灌醉了哈。不会灌水哈。那去年是多少？您记上有印象吗？1043点多，所以差40几万人。1044。所以今年如果总体来说不分国籍，外国旅客其实应该会达标吧？比去年多一点应该没问题吧？差40万人，没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哈。保守是10万以上，不能有零元团的哦。好了，就差不多会是1400多万，1440万了哈。好，外国观光客旅越来越多，所以占 GDP 从2008年1.42已经成长到去年2.75了，这个要再努力好不好？好，那既然外国观光客那么多哈，那也刚才也有询问到导游不足的问题，那导游不足、人不足怎么办？就靠软体嘛，软体是台湾的强项，我们来检查一下台湾这个 APP 做得好不好。来下一张哈，那这是我们2015年观光局你们的重点，还有讲到服务界面里面 APP 整合服务云端化，这是我们的重点项目，这个对不对？是。那时候你还没有来嘛，那我们就来查一下 APP 好不好用啊？观光局所属的 APP 是哪一个？服务外国观光客的。
局长，你有没有用过？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有开，就是没用过了。来 ，try 过就是了。叫做观旅行台湾，对不对？旅行台湾。方清侠有两个版，一个中文版，一个英文版，哈，我都帮你查好了。没错，没错，我们两个版，对，中文版、英文版。那中文看起来差不多了。中文版跟英文版下载次数不一样哈、哦，那这是2012年推出的哦，四年了哈、哦。那提供 GPS 导览游，然后附近的景点中英文双版，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用哈、哦。来，外国人如果搜寻 Tour Taiwan 查得到，这做了尾拜，这是你的名字。来下一个，如果查 Travel Taiwan， 虽然排名比较后面，还是查得到，这个还不错。查 Visit Taiwan 就没有了了哈、哦。所以这个先给你们鼓励一下，剩彩丢了哈、哦，一下飞机就找得到。来下一张。但是这个英文版我讲外国观光客除了找得到也要够实用，我来跟您分析一下好不好用、啊、哦，来第一个，我们在找这些活动哦 ，festivals 哦，大概这些活动里面要让大家方便嘛，你看哦，它我们用距离的方式来找活动，却不是用日期、城市别跟活动类型，这个有点不符合一般的分类。那我会以为用距离来找活动哦，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局长？很像下一个，很像抓宝啊，就靠距离吧。所以对观光客来说，不太会这样用。外国观光客，他可能我今天在台北，明天桃园，后天花莲，他其实不会用这个距离。他你看，从4公里到269公里，他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分析，这个界面不一定是好用的。先跟局长您报告。第二个，英文版的只有10个活动，而且1/10，10个里面有5个都在茂林。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没有那个主管？全部都在茂林，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会这样？局长，你会说明一下。只有10个活动。时间最近我们正好有国际的活动。好，局长，所以茂林很多就对了。对，我等一下告诉你，不是这样。第三个，中英文版不一致。哦，我们昨天到今天都有查，那英文的内容是远远不足的哦。其实中文里面也就20个活动了，英文只有10个。那有些中文，有些英文有，那有些不一致，有些一致。所以整个你观光局所属全台湾的活动，观光活动只有20个，中文已经很少了，英文却只有10个，5个在茂林，这样对吗？局长，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软体很离谱？逻辑上委员的指导是好是重要，因为这不是逻辑，这是事实哦。你可以现在查来，现在要用一下。我刚刚我回答刚刚那个问题一的部分哦，因为我们是对，我们是的那个逻辑设计啊，嗯，是说我当地在哪里，离我的距离比较近，嗯，逻辑上是这样，4公里到200多公里，因为有距离比较近。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在这里，对不对？因为你活动太少，所以你用这个逻辑根本没有意义。对观光客来说，你要我半个小时到200多公里去参加，这是不合逻辑的。你们整体来说是很缺乏的哦。来下一张。我们到问题三，刚问题四哈，中英文不一致。问题四，这里面内容都是错的啦。所以局长，你刚刚不了解，根本就不在茂林，地点、电话、时间几乎全错，介绍内容也不齐全。中文版的台中花坛节，你去看哈，它这个时间可能是对的，2016年12月4号，然后到2017年1月8号，说不定这是对的，我不晓得。我们今天都谈英文版的哈，来，英文版的这个叫做应该原住民的丰年祭。地址是茂林，茂林在哪里？局长，你知道吗？我知道啊，高雄。我上个礼拜才去。啊，这丰年祭在哪里？它有1/2在高雄，1/2是在屏东。在屏东，对不对？好、哎、，OK， 这样。那它的起讫时间，2009年5月14号，是这样吗？你这个软体都还没开始哎，它持续到什么时候？你看一下哦，这给他西郎，爱你100年啊，持续到2109年5月14号，哎，这个对吗？哦，全都错了，这边也是2109年。然后这个是那另外一个是樱花季，是在雾台，是那这总不会一半在高雄吧？是是，只有10个英文活动，是全部还用 call 的，我们打电话过去，他说这不是我们所属，那在雾台，这是您提供给外国观光客的。如果今天有个外国观光客看了樱花季，我想去，跑了269公里，最后发现不在这里，是是是是是不是啦？是不是观光客跑去那边嘿？委员可不可以以为去看开花？给购机的行程是开亏灰啦。download 的时候什么时候download？ 也是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我改的，我还不是用昨天的哦。Okay， 现在查是不是？哦，马上查，上不会骗你们，我不会凹你们。谢谢谢谢。没有 Photoshop， 全部都是错的。你对个外国观光客来说，他如果真的跑了200-300公里，这结果是这样，你怎么对得起人家？当然对不起啊。资料都已经那么少了，还全部都错的。
哦，这个要好好的检讨。下面的叙述的部分也都只写十分之一吧，断错乱码在前面，断句在后面都还没断完，这就是你们的水准，这是你们的水准。好，真的好好的检讨一下。来，好，第五个哈，你们合作的县市政府太少，你们合作就只有这几个，难怪活动那么少。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就这几个，观光局哦，其他都没啊。这是英文版的连结吧？有的到花莲，这是中文的，英文也是这样写，我都有看过。好，你们去回去检讨一下。好，下一张。好，那哎，抱歉，按到电视了。好，拍摄哦，重新开一下。下一个，我跟来，这就是交通局跟旅行台湾哈，跟各县市的比较。2012年开始的，桃园因为现在改版，我今天比较台北的哈。是。台北市现在好好玩，来 PK 一下。好，赶快跟你们报告一下，在界面的部分，我们只有中英文，对不对？还分两个版，台北市整合成一个版，中英日韩印尼文。你看，熟人叫谁？好，这第一个，来下一个。好，再来就是说，你的 APP 他们的分类方式跟你们不一样，应该台北的会比较好用一点，而且台北的比较丰富。来下一张。好，再来，你们的没有旅游规划，台北市甚至还有作家的文章，这个你们也可以检讨，去结合台北市把它抓进来也没有关系。好，下一张。哦，改善我几个建议。第一个，限期增加日韩跟东南亚语言，这做不做得到？是是，好不好？是是，几个月做得到？日文版的大概应该在下个月就可以了。好，韩文呢？韩文是台北市还有印尼文哦。我有把半年内全部到位了，好不好？语言半年内全部到位，不然不用从新南向，不用增加外国、东南亚观光客了。半年内全部到位，台北做得到，你们做得到？去问人家一下。第二个，考虑中英文合版，你要把所有的下载次数都加在一起了，好不好？这样也可以监督英文版的内容充实，中文翻过来而已，不要都搞错。再来询问外国观光客的意见，改善他的界面，以外国人服务为准。最后，你可以结合台湾好玩卡，好，结合台铁的官网，里面会有一些商业的合作，就到第五个了，好不好？这些把它做起来了，要好不好？除了看你们的好不好用之外，原来发现你们都没在用，其实你们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不要输给地方政府。局长可以吗？好，我们努力。这应该不奥林啦哈，全部都事实了。不过有些坊间的那个像方勾勾啊，也很方便用了。对，我们希望把 APP。所以你们不要做，对。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了。哎，确实。好了，既然花钱做，要做比人更好。好，好，谢谢局长。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上次党团会议是假动吗？上假党团会议，好像党团会议好像说没有假动。好好。说当月刚上去了，这样，他是不是来这么久？Thank you.
计算的问题啊，不然人家会不会那些其他的其他你也算标准，是不是？请下标准。
超标一些。1600就看到李生开始发的，2000来自就我主白墨，我来承认卖家。局长意见，大家回去跟我们参考。那我是有整理两种，这个是纯的。它是有一个按的按的东西是吧？这边有按钮啦。啊？这边有按钮，它按到这个就可以。有吗？那后来那你们再重开是？是你们这边开的？没有，他自己在开的，他也知道怎么开的。他怎么知道什么？他这是按到电源这个，上面这个电源。哦。他按到电源。那下次来测试一下。现在继续开会，现在请林俊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麦克风。谢谢主席，本期邀请次长。请齐次长。齐次长。林委员好。次长好。次长，今天很多报纸媒体的头条就是关于台铁铁公局的这个弊案了、国家的文官女性被绑票强拍裸照，你算是交通部的长官了，我看你今天在委员会的答询了，我很不满了。这个事情如果不严办追究到底，那以后我们都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来对付公务人员就好了。这个案子牵扯于我们这位女性官员，因为坚持要对得标的厂商，她逾期施工嘛，逾期完工要给她罚款，金额大概3000多万嘛。市长，你刚刚说你前几天才知道这个案子，我2天前才收到他们的报告。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再重新来整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一定要严办啊，要追究到底啊。我现在请问啊。那到底这家厂商他有没有逾期？我想完工有没有逾期？我所掌握到资料，他们是有逾期，但是逾期的天数他们还在核算当中啊。所以要不要罚款？要罚款，要罚款嘛？逾期就要罚款。有没有确定？有逾期要罚款，那逾期天数要认定。但是在这一次被起诉了，这位段长啊，姓林嘛，是，他是牵绊呐，不用罚款呐、没有逾期的。这个全案逾期天数的这个在之前内部啊，铁公局是把它认定为不用罚款，没有逾期，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在内部详细可能要铁公局才能完整说明了、但我知道他们过程中是有些讨论，多久？有些不同的意见、你不要打马虎啊！多久？铁公局多久可以把这个案子做个报告？哪一天呢、你确定有没有逾期啦？逾期几天啊？要不要罚钱啊？如果铁公局的调查是没有逾期，不用罚款也没关系，要有人负责，总要一个确定嘛。如果厂商没有错，被冤枉了，他施工没有逾期，没关系，
对社会有所说明。市长，给个时间，多久了？我想一周之内提出。一周之内哦，好。张委啊、哦，他一周之内啊，就针对这个案子，铁工局啊，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调查。那么到底啊，在这项工程，这家得标的厂商华盛啊，他有没有逾期完工？那该不该罚？那如果有逾期该罚，那我想请问啊，我们这一位被起诉的林姓段长，他为什么牵办啊？是没有逾期不用罚款？包委员，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认为你交通部内部啊，要更进一步去调查。是，我想因为这个案子啊，这个是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他在侦办当中、那到底有关工期的计算有没有所谓的伪造文书或者图利之嫌，他们正在调查。那调查之后才确定说，他不是在调查，你有没有搞清楚？他起诉了啦，什么在调查？现在是法院的事情了啦。是，现在关掉他调查，检察官都已经完成起诉了，因为他有没有因为伪造文书？他起诉就是因为他伪造文书。该罚而没有罚，所以呢，起诉他图利，是不是这样子？确定伪造文书的部分确定之后，才有办法去判定他真正的天数是多少。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周之内。跟你讲，后面市长你讲的是不是？没有，还是会在一周之内提出现况的一个报告。你一周之内要给我们一个确定啊？是我们提出一个报告，他有没有逾期完工？他该不该罚？因为他是四段工程嘛。照理讲，每一段工程都有一个应该完工的日期，但是呢，你们铁工局的官员就说应该等四个工程全部完成以后，再一起来核算。是，这个女官员就是因为见解不同，她认为应该一段一段来算，因为你没有第一段完成，怎么会有第二段？所以她坚持要开罚。桥上跟桥下。因此啊，她认为那这个因为这个罚金啊，现在看起来也不低哦，3000多万。人家怎么对付他？把他绑票了，强拍他裸照了。那你身为交通部的长官，你不重视这个事情吗？我们当然需要重视，交通部那么多。说你一个礼拜要给我明确一个报告。如果认为不必罚也没关系，你就说不必罚。不，我们会如果要罚的话，那罚多少？该怎么罚？我们会提出一个检讨报告，同时也请我们侦讼室。那我再请问啊，同时启动调查。我们铁工局里面有几位官员被起诉啊？三位嘛，这一次起诉一共五位，中间有三位是铁工局的同仁。对，那你刚怎么回答我们其他委员？那这三位官员你怎么处理？不，我是说，刚是讲说，第一个针对当事人，我们其实在职务上把他调离原单位。这三个人现在都还在现职，这三个人都没有动，现在只有处长啊，他被发现了、啊。跟涉嫌教唆人家去绑票的这个厂商的特助啦、啊，去汽车宾馆开房间，所以他申请调职了嘛？他现在这个处长调职了，处长调。但是这三位啊，被起诉的官员现在都在现职，都没有动。你刚怎么回答？你说要等什么司法判决什么？对，我刚是讲说有关主计人员也调。我现在请问你，这个工程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工？要108年才完工了，市长，请铁工局上来说明一下好了。是铁工局，这是什么？时间要不要给我暂停啊，市长？是，这个工程要到108年才完工。是，这三个被起诉的，你让他留在原职，你不调动他，让他继续啊来监管这个工程，你放心吗？你信任吗？我们会请政风室去介入调查。我要求应该，我们认为应该要立刻把他调职，兼带调查嘛，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成呢。那如果啊，按照检察官起诉的内容，他们三位啊，跟厂商的勾结这么深，而且用这么恶劣的手段啊，来对付国家的官员，那难道不应该调离现职吗？你要让他们三位继续掌权，来继续处理这个工程。我想委员所讲的，我也觉得有必要朝这方面来努力了。我们会来考虑是不是三个应该立刻调职。
应该立刻调离原址嘛？你交通部那么大，没有地方让他们去吗？然后先调离原址，再静候司法的审判嘛。我们至少让他暂时不处理这个工程案了、啊。那让他们不处理这个工程案，就是要把他调离原址。所以你打巡应该像这样子，处理一个事情你应该很明快嘛。你要同仇敌忾，都是公务人员嘞、欸。对付国家的文官可以用暴力胁迫的手段，那以后都用这样来对付你们，可以吗？是谢委员，我想我们按照委员的刚刚的建议，我们从对你刚刚的回答，我实在很愤怒啊！我们再回到今天呢、啊，我们委员会本来要讨论的，今天要讲的是观光啊。汪局长在吗？好，周局长。好，这样。好，局长。委员好。是，局长好。局长，我们今天讨论观光哦。是。现在到底那个 Airbnb 啊，在台湾它的业务推动的怎么样？Airbnb 它确实是跟一般的网络平台是一样，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次的修法其实就是把非法的这个广告啊，予以有一个法源的基础。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一下 ，Airbnb 啊，我把它的营业的内容哈、哦，报告一下，把它分为三类。那我可以这么说，用简单的方式比较好记。Airbnb 它可以经营 A， 可以经营 B， 但是不能经营 C， 因为它是短租的部分哦。有些比较合法的，那当然就是可以比较平台，但是非法的部分，对不起，它是永远是不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个非法的状态喽。现在，如果非法的是，就是对，但是它还是继续的在营业嘛。我们这次有我们主动的，大概包括检举的，大概总共有300家了哈。那有没有对他开发过？目前没有法源的基础。什么？这个还需要法源基础吗？对，你违法营业，你非法经营，他基本上、就是、非法网站的，就是等于但是他营业的模式旅宿有罚了啊？旅宿的话是有罚了，旅宿的部分有没有罚？有。那他公司经营呢？没有罚。这个类似啊 ，Uber 的状态啊。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合法啦，是、哦，我们也鼓励他赶快登记。对，这种共享经济的模式啊，对，我们不排斥，但你要合乎我们国家的法令规范嘛。对，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在修法以后，那么有没有办法辅导他们合法？委员是说他公司本身是。以及啊，就是说他这种好像日租套房似的，对，基本上啊，是我们如果要留不特定人，就是住宿啦，过夜，应该接受国家的法律规范嘛，是你要么不是民宿，要么就是旅馆嘛，对，所以基本上做的其实都是违法的。我们有算过，有些是它就是一个一化的民宿，它就干脆就合法化，对。那你有办法吗？我们也开一些 channel 跟他们在沟通。沟通要还是要沟通，有效吗？但是非法的部分我们就是严格，就是一定要下架了。对，如果他没有办法合我们的法令，那你怎么处理？因为你这个法令修完以后啊，对，你就有执法上的压力啊。对，你要维持一个和公平竞争的状态，你要让合法的旅馆和民宿他们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嘛。是，所以这种非法的，而且他业绩量啊，业务量啊，你有没有办法估算呢、啊？是目前生意，我看也应该也做得很好。那以世界其他各国的经验来看、啊、它是不断的倍数成长、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委员会支持你的法案修正啊。谢谢。那就轮到你要，就是你执法的能力和压力了、啊。是，局长。是。你有办法吗？建构合理的经营环境跟保障合法的业者的这个经营的这个，那我们就要持续的看了、啊、观光局怎么来做了，怎么来处理这一块了。好，谢谢市长哈，谢谢局长，因为时间到了，谢谢张委。好，谢谢委。现在，请简东明委员发言，也向各位做个说明，因为
现在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非常高，所以前门我们会打开，那标准值应该是在1000左右嘛，哈，刚才已经超标到1500，所以门会打开。好，不好意思，简委员。主席，以外人员啊，有请观光局周局长。请周局长。简委员好。局长你好。首先谢谢你哈，上个礼拜六到我们屏东最高的一个地方五台乡，而且是晚上在那个地方。过去局长因为你没有几乎跟原住民地区是没有关系的，你的业务哈。是是。这一次当观光局之后，我想你第一次到原住民地区，你不晓得当天你的感觉如何？当天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在地、最国际的一个好的案例。那么也可以把我们，原住民的这些好，能够往跟大家来说明，是。那天你能过来，我是觉得非常的高兴哈。谢谢。因为当天晚上下午是两个活动啊。是。第一个是中华邮政公司的16个组的特色彩绘的邮筒的启用典礼。是。那是最后一场了，第16个邮筒。另外也就是他们这个乡的联合圣诞节的一个点灯哈，点灯的仪式，人是非常多。是。在这么高的山上哈，能够有这样的活动，相当不容易。局长牺牲了假期又是晚上，应该能够到我想对当地的这种原乡的鼓舞哈。是相当的大，谢谢特别是地方乡长啦，那些代表会主席啦，包括邻近的乡长都来了，是都来迎接你跟那个翁董事长。嗯，我就希望说将来我们局长哈有机会多走一走。是，刚刚我看到那个政委员在咨询有关这个。你们的文宣哈，是错误百出的问题，是我感同身受，很多这样的状况，特别尤其是都要介绍我们原住民地区的这个观光景点哈，很多这个都会有出入，是这主要的因素，也就是过去几年前呐，我也是一再的反映希望我们观光局哈能够。在总局里面有一个正式编制是属于原住民的了，你们现在几乎没有了，是几乎没有啊，所以外行人所登出来的当然是绝对是会很多的这个错误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说你们的编制内的这些眼光，你们观光局是综合整个台湾的观光业务的发展嘛是推动，尤其是我们原住民地区现在景点非常多，我们周休二日之后到原住民地区的这个不要讲国外的了，就当然国内的这个游客就相当的多，是，但是你们的资讯是错误的，是会引起很多的状况是，谢谢委员指正，那个部分错误的部分我们立即来更改，那也跟委员报告，确实像公安局这样一个组织它确实需要有一个资讯的专业的部门来专责，那我们会在下个月应该在下个月年底到下个月初，就你们几百个几千个的这种编制内的人员当中是往后出缺，你要重视，是重视这个原住民的这些公务人员相当多是有这个资格的很多我们有缺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把提供到那个特考原住民特考来对有了解的人在你们部里面在你们局里面哈，是就不会造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错误的信息了哈。是另外那个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局长，全国目前有几个自然那个生态景观区，好像只有一个是吧？就一个在小琉球，
小琉球只有唯一的。啊，现在雾台也是啊。哦，雾台在申请中啊，申请中了，没有完成。嘿，我们刚刚雾台是这里那个局长去的雾台是乡公所了哈。是是。更上面啊，更上面就是阿里啊，这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村庄，非常漂亮。是啊，他们现在争取这个啊，我们也受到啊观光局现在贸管处的重视。是是，我想啊，当天也看到了雾台整个他们的需求哈、哦。是，好像除了琉球之外，将来往后啊啊这个自然景观哈、哦、啊生态的景观，在原住民地区能够给予重视。好，我想在这个审查的过程里面，我们全力来支持。好，另外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啊叶委员所提的哈啊这个修法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原住民地区期待已久的一个法案啊，今天啊希望能够通过啊，让它能够一个法源。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些游客到原住民地区哈所造成的这个困扰啊。像垃圾的问题啊，啊，这垃圾的问题了、啊、哈，到处乱放。另外，啊，这个烤肉架哈、啊，走了就丢在西边了、啊，啊，再来，这个垃圾一袋一袋的就放在，啊，这个山路的旁边。像这样的问题，当时啊，有时候公所行政单位要提出啊，要收一些保育的这个保护环境的这个费用，都没有法源的依据，啊，都是违法的，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啊，我们啊公安局能够尽快啊把这个啊公告的这个收费的范围，还有免收啊这个保育费的对象。跟差别费率哈，跟相关啊作业的方式跟办法哈，因为啊这个可能你们还要拟定嘛哈。对。啊，我是希望说尽量把这时间能够这个缩短，啊，因为还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对。啊，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早一点啊做一个解处理。另外那个停车的方面呢，因为很多土地啊，一个景点土地都没有停车的位置，有时候一般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土地啊，就随便在那边停，啊，这些我想啊，啊，像停车也不能收费，啊，占用了老百姓一天的土地，啊，这个我想应该也要给考虑，啊，这是我针对这第38条啊，这个修正条文呢、啊，我是极力啊能够早一点把它促成，而且作业程序能够快一点。好，谢谢委员，我们全力来加速进行。好，最后一点就是有关于这个民宿的问题。啊，民宿的问题哈、啊，这个我们已经商讨很久的一段时间了哈、啊。现在你们观光局是有一个作业啊，就是修法哈、啊，修订你们的办法啊的一个松绑。也得到了这样的消息，目前进度如何？是不是说明一下？现在在交通部法规会审议中，嘿，那我们可能还要再了解一下这个营建署啊各单位的意见，是还在审核中，还好。对，审核中的话，我在这边有一些建议哈、哦。是是，因为将来你们大概比较重点的这个做法，就是只要这一个结构哈、哦，结构安全就能够合法。大概就是这样嘛，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只是说，因为这个问题还是要去面对它，所以唯一能够从切入就是安全面切入，所以用这个民宿的建物的安全的相关要件来当做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目前来讲是这样子，先用这样。我们上次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兰屿哦，兰屿现在有100多间的民宿，是是啊，合法的好像就一间了、啊。啊，合法这一间，啊，还是没有，你们的那个一个摇头，到底是怎么样？说是目前还没有，还没有合法的，100多间民宿是是是没有一间是合法的。啊，刚刚啊，这个雾台乡乡长海到办公室，他们有60几间，啊，60几间也没有合法的，所以他们听到啊，我们这个啊民宿要松绑的问题啊。
这些目前在从事民宿的这个业务的这些乡亲哈、哦，是，他们都非常的期盼能够早一点，但是因为大概你们会朝向结构安全鉴定，啊，将来可能要拿到这个证明哈、哦，嗯，拿到安全鉴定证明，啊，现在他们又在担忧，因为啊，南里那个地方啊环境特殊。他们估算的结果跟了解的结果啊，啊，将来要取得这个啊结构安全鉴定的证明，要请到鉴定人员来鉴定哈、哦，大概费用也不低了，费用也不低了。好，我想局长你了解一下，大概要取得一个证明要300,000的话哦，是是。啊，这个这对一个民宿的这个业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针对原住民地区的话。跟原住民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要件、啊、我们会从这个部分来做辅导，然后协助。对啊，将来也要啊规范一下这些会建筑师哈、啊、要来鉴定的这些啊，要不然不好，本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名义，政府的一个名义啊，是是，不要到时候又自爱难行、啊。对，是，好会。好，谢谢。是。现在，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啊、有请我们局长，请周局长，次长好了，请齐次长。次长好，委员好。早上我做了这个提案的说明哈、啊，这个有关发展光条例的第二条第五款，有关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这个前面的条文，这个、第五款的前面先提到了整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一个条件，是指无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致，应严格保障保护之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及重要史前遗迹所呈现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观。按照这个文字的结构。他已经把条件先列出来了，但是后面呢，后面的其范围包括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很像是说这个这样的有条件的，它范围整个应该是包括整个原住民保留地或整个这个管制区，或者是整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这个疑义了哈。会有这样的疑义，而事实上啊，这个刚我早上也提了哈、啊，会挂一漏网。像这个我们像水源特定区，那算不算？啊，或者是说这个林班地里面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什么什么保留地，像保安林地，保安林地会比这个原住人保留地会更为。啊、更需要保护 啊，所以它有一个很会有一个会这些落掉的部分，像国土计划法啊也通过了，像海岸管理法也通过了，会有很多的相关的保护区啊国土保育区啊都产生了，所以你这个就会产生这些问题，而事实上应该是说。这个后面的包括什么什么的都应该删除了，我个人的从这个条文立法的技术来看是应该都要删除，只要符合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定义的条件的，不管它在哪里都应该要。我想可能资讯还是要适当的公开了，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自然人文生态景观还是要划定一个区域了，这样民众才会知道嘛。当然区域的划定我们会会同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共同来划定，那也让当地的民众也让旅客很清楚知道它的范围是哪个范围，这样会利于民众了解，利于我们来管理。没关系，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条文讨论的时候可以讨论了，是是是，或者是有其他的用词用以的方式，比如说位于这些地区，然后既有
既有这个，哦，这些条件的，那就不又不一样哦。好，哦，原住民保留地，对不对？这个几十万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然后既有这个这种情形的，事实上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你们的操作实务操作是这样啊？对，我们是希望争取这样一个法源之后啊，能够授权我们行政单位来经过一定的程序，好，来共同会商划定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大家共同来爱护这个区域了。好，这个部分我们正在讨论哈。那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委员同仁修了这个第十九条哈，我也非常支持。但是我也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哈，这个第十九条专业导览人员的部分呢，我是建议修正这个增加一项，就是在这个专业导览人员，如果说你这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如果有在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或者是原住民族的部落。啊，有这样的一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话，这个专业导览人员呢，应该要优先聘用原住民啊，既有专业导览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条件的来优先聘用。这个部分，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当然最好。所以增加的这一项，我们觉得原则上同意配合。好，另外就是这个。这段时间呢，啊，在尤其是去年前年哈，在花莲一直常发生的一个地区啊，是在同门花莲秀林乡同门的木谷木椅。当然，你们也在规划去推动这个有关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一个推动之中了哈。但是因为这个目前的问题，当然不在你们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们的问题了。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它是一个在山地管制区里面，山地管制区是根据国家安全法，那山地管制区的相关的这些管制、核发这个入山证，都是警察机关了，啊，基本上警察机关全部放行，啊，全部放行，反正他来玩的嘛，那造成我们的部落同盟部落就认为说，这个人观光的旅游的人员。特别多，毫无管制，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检讨的。我们整个发展观光条例里面的整个条文呢，只有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才去考虑，啊，才去考虑要限制人数，其他的它没有限制。那我不知道木谷木椅被列为什么地。有被列为你们的观光地区呢，还是什么区？好像也没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局长知道吗？那个就个案来讲，因为我也去过同门呐，那我是觉得，如果可以把它划设为我们所谓的自然人文生态保护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支持了，哎。是这样啊，我们先谈事实，他现在还没有嘛，在还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他既然这么多游客要去，那他观光地区啊，你这边有发展观光条例有观光地区啊，然后他又是没有被限制，但是部落已经造成部落的非常大的一个相当大的困扰，包括不管是安宁啊，或者是说这个垃圾啊，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必须去，当然现在不是你的问题，因为管制是在这个警察机关了哈。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列为一个讨论的地方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风景特定区啊，风景特定区根据条例的第十七条规定了，风景特定区啊，这个为了维护风景特定区内自然及人文化资源的完整。在该区域内之任何设施计划，均应征得该管主管机关之同意。所有的任何的设施计划，事实上在这里头啊，我们以最东海岸来讲，
很多的这个都是我们的部落，都是阿美族的部落，哦，到少数这个格马兰的部落、布农族的部落，哦，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管制哈，这个还是必须要去考量实际的一个人文的生态，何况是一个原住民族部落，尤其是你们把这个整个只要是不是住家的，哦，之外的。连他的自己耕种的土地啊，农田啊，你们都把它划为编定为，当然不一定是跟你们也有关系了，跟这个县政府的那个编定使用编定也有关系，全部划为油气用地，他明明就是他的一个做农生产之用的，把它列为油气用地，那相关他的管制，啊，他的使用，啊，的管制就会增加。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请局长哈，啊，这个跟那个东海岸管理处那个去检讨这个部分，那会同县政府啊，是，好，啊，要会同县政府去检讨这个部分，了解，对，不然会产生很多的民怨了，啊。当然，现在这几年东管处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了啦，是，是，那以往很多的管制就往往以十七条，哦，啊，动不动就全部管制。啊，现在比较少了哈，这个有贴近民意了哈，这个部分要啊也给予肯定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我这个之前咨询也提到哈，观光局尤其是这个东莞处还有几个风景管理处哈，对于所谓的原住民族的经费啊，所谓的原住民族的经费，你们有没有检讨了？有三，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也蛮重视的。那我们有在，因为配合这次的预算审查嘛，所以我们同仁也有在做盘点，做一个切割。啊，不可切割的就没办法。好，哎，好，你们把那个盘点的结果再给我哈。好，好，好，谢谢。现在请陈素月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周局长。请周局长。陈委员好。局长好哈，局长，相信你上任之后应该压力也蛮大的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这个中国大陆就用政治的手段控制这个陆客来台的人数，企图用这个政治的手段来影响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哈，所以520新政府上台后，陆客骤减对国内的观光产业哈的相关业者确实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那我们新政府也面临了极大的这个压力跟挑战哈。我们看到官方的统计资料，就是说去年总入境的旅客当中，陆客所占的比例是超过40%嘛哈。那今年截至十月止，在整体来台的旅客当中，的比率是陆客是降至25%嘛哈。那面对陆客人数的这个骤减，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本月的11日晚间哈，就是来台的这个来台观光的这个国外旅客人数，突破了千万人次嘛哈。所以在中国刻意的打压之下，今年来台的旅客仍然能够破千万了哈。局长，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含义？非常谢谢委员这个的指正哦。其实我们这个有这样一个警戒哈，也有两件事情，其实是正面的看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结构，做了一些调整。好，那其实我们的来台的人数的结构，如果能够比例上不会说太单一市场的话，其实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有正面的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调整的一个步伐，其实多元开拓的这个策略之下，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希望在陆客这部分
希望能够一个比较 走上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而日韩的部分是我们主打，然后东南亚的话，东南亚这部分啊，尤其是东协十国跟这个南亚两国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是有六国了。我们重点先用两个国家来看，我们是要能够完成布局，那么能够对美加这个部分，好、哦、欧美的部分能够深化，这样子一个战略的这个布局啊，跟这个我们觉得更有信心是往这个方向来走。对，我们看到说今年来台的观光旅客仍然能够破千万哈，其实这有很重要的意义了哈。在这里当然本协要先肯定我们观光局哈，我们相关部门的努力哈，确实非常的努力了哈。就像局长刚刚所说的，调整这个观光客的这个结构嘛哈，我们不要仰赖单一的市场嘛哈。那另外第二点呢，本协认为说这个也反映一个意义，就是说台湾确实有吸引国外观光客的丰厚的条件，好，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妄自菲薄，好，我们不要就是说要去仰人鼻息了哈。那我也看到说就是局长，我透过媒体也看到说您有表示哈，就是说会全力推动观光品质哈再提升，并持续以创新、永续、多元开拓为核心理念，来打造质量均衡发展的台湾观光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方向。是，谢谢。那我要请问局长，你要怎么做？我们在做法上其实有几个部分哦，一个是质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委员也知道，我们希望能够跟地方政府、跟我们的十三个管理处啊，能够来加强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个设备跟这些条件，尤其是刚刚很多委员也特别提到我们的清洁，好、哦，还有一些所谓的安全，这些不都是我们要持续来努力的。那其实数量的部分其实有几个指标，不要用完全是用人次来看，对，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多一些指标来看，譬如说我们住宿的停留的夜宿、停留日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国际趋势来讲，因为网络这个电子商品的这个盛行之后，我们在购物的行为上在计算了、啊，其实是会有一些下降的情况。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更展现地方的特质啊，看是不是能够把一些分散这些比例的关系。哦，譬如说我们在购物、在消费，还有一些住宿，还有一个在地的这些旅游的比例啊，还有交通，能够这些比例能够因应不同的市场，它的重视的条件啊，能够做一些调整。譬如说欧美客的话，住宿的比例就比较高。嗯哼哼，好，那当然陆客的在购物上是比较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结构能够也能够有一些辅导，然后让各个产业啊，像旅行业、旅馆业、游乐区业都能够正向的发展。是，对，好，谢谢局长。那局长所提到的这个质量均衡发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正确的一个政策方向。可是目前我们所实施的，就是说针对陆客减少的这个困境，我们有实施这个就是国旅方案嘛，补助的方案来振兴国旅。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本席认为说就不是一个质量均衡的发展的一个政策。好，然后因为目前我们是针对就是说九大这个观光区嘛，就是受到影响的这个观光区，鼓励大家去旅游嘛。好，可是对其他的县市来说，好，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很公平了哈。因为观光产业的发展，本席认为是说要有长远的一个规划，也要一个区域的一个均衡发展了哈。那这个方案目前，三亿元的补助方案应该执行快完了吧？目前的统计是将近一半，就是46.5%左右。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方案执行完之后，你们要检讨一下。就是说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哈来促进南的观光产业发展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振兴国内的旅游，我们目前还有另外一个方案还要实施嘛，就是公务员的国旅卡的配合振兴国民旅游方案，这是明年初元月份要实施。
实施嘛，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在有关于那个跟国花会整个配套，应该在农历年前后。那我们就我所了解，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方案，我们的政策方向是坚持要搭这个团体旅游的行程嘛，是不是？要求公务人员一定要参加团体旅游，是不是？在院的讨论里面是希望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希望你们再思考一下了哈。其实公务人员要放假休假哈，就局长你本身自己也是公务人员啊，我们要旅游，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要放松嘛哈，对，自由哈，漫游嘛哈，慢活嘛哈，所以如果说你强迫这个公务人员一定要参加团体的旅游，这个行程不一定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行程嘛哈，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定要参加团体旅游的方式，我认为是不太恰当了，是不是？可以你们再思考检讨一下，可以配合小众旅游，或者是说公务人员自己私下七八个人的，自己私下的，这样子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会更好？是，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政府每年就是补助国旅卡大概70到80亿元的这个经费嘛，好，那根据了解就是说，其实很多大概有一半的这个经费哈，国旅卡的经费，很多公务人员是使用在购物上面嘛哈。事实上，购物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是是。那目前你们如果说用这个公务员的国旅卡的方案要来配合振兴国民旅游的方案，在本席看来啊，只是挖东墙补西墙啊，因为饼就是这么大嘛，那你就强迫一半的钱就是要配合这个团体旅游的行程，好，基本上就是用在这个住宿的这个支出上面嘛哈。可是对于另外一个区块，因为本来有很多的这个国旅卡特约商店，好，他们的商机可能就减少了，好，所以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区块受到影响。好，那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整体的一个发展呐，哈，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还来得及再做检讨吧？因为元月份才实施，是不是还有检讨的空间？我也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有点两难。不过这个特约的商店呐，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因为我们人的移动之后啊，还是会有一些产生一些购买的这个行为啦。对。好，那其实这些有些是有外溢的这种效益啊，我们是没办法用所谓的特约商店这件事情来限缩了。那确实是对我们的军公教的同仁来讲，是比较跟过去的习惯上会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也鼓励一下，就是如果能够搭像刚刚委员讲的，比如说有三五好友七八位能够搭我们的台湾官巴，对对，那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国旅卡。好的消费，所以目前的这个院版的部分啊，大概这个方向已经有纳入方案之一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军公教同仁尽量来这个搭乘这个我们台湾官巴。官巴这个是有对，它是小众的，它是小众，对，是可以那就可以来被考虑的方案，对对对对。目前还没核定，但是方向上这个方案已经纳入这个其中之一。是，我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局长你上任之后啊，你实地走访了几个地方县市？几乎都没有假期，都没有去走过，都去到现在都去，唯一还没去的应该是就彰化。对啊，彰化到现在还没有来。那这个不过我有去三管理处了，那三管理处我这个就到，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八卦山啊，把它再做起来，因为我觉得八卦山，我也跟我们同仁讲，我说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佛，千仓大佛。那个千仓大佛哦，我们看起来是很像八卦山大佛一样都在外面，其实千仓大佛以前是在室内的，它因为经过了700-800年啊，因为有台风有洪水，就那个庙啊佛寺啊没有了，变成室内佛变成户外的佛，嘿，所以非常有名。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八卦山跟它做一些连结，能够把我们八卦山过去的这个旅游
然后再深化这个六 S 啊，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的，希望能够再增加它的品质的提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好。谢谢局长了哈。对于局长，就是说你所强调的这个打造质量均衡发展的台湾观光这样的方向，本席很肯定。那也希望局长哈能够更积极一点，好，然后落实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观光发展。好，是谢谢，是，我继续努力。是，谢谢。现在请叶宜津委员发言。请次长局长。请次长局长。委员好。次长，我先请问啊，媒体报道说交通部要对超速跟闯红灯，就算没有肇事，也要提高罚金，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正在请运输研究所有没有赶快，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有没有？跟委员报委员啊，垂询的是有关强制险的保费还是是罚金？罚金跟保费都一次讲，都要。有关强制险保费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跟金管会协商之中了。那有关那个罚金的部分，应该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两位哈，无论是强制险或者是罚金，我对闯红灯要提高，我没有意见。但是对没有肇事的超速，我非常有意见。为什么呢？我们再说一次啊。我们所有的处罚都是为了安全的考量，问题是台湾的所谓超速呢，有的地方真的几十年没有照整个车辆的进步跟路况的进步来做改变。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上面的速限，一高跟二高速限一样，这个我也有意见。比如说我们很多路段它的速限是50公里、60公里，这个其实马路很大，车子也不少，或者是马路很大，车子不多，你们通通都一样。所以呢，常常我们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交通的疑虑，但是呢，它的速限还是非常的低。所以这个坦白说啦，站在环保的概念呢，其实是不对的。你要他到那个地方以后要踩刹车，制造空气污染，或者是明明可以赶快通过的，因为你的速限摆了一个测速照相，大家在那里紧急刹车，那也是一种空气污染，甚至紧急刹车反而造成事故。所以没有肇事的超速呢，其实还有很多检讨的地方，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有意见了哈。好，理由我刚刚已经说了，来再来，你们说这个局长哈，你们说观光人次超过1000万了，所以其实观光客没有减少，但是呢，次长局长这样的说法，让旅游业者其实是很生气的。其实相关的业者包括店家是很伤心的，因为政府无感，甚至还跟大家讲不要闹了，明明就超过1000万人次。但是我跟两位讲哈，数字有时候是会蒙蔽的。比如说千万人次，以前一天一团来是8天7夜的，现在剩5天4夜，这人数还是没有减少，但是天数减少了将近一半。最具体的是，两位，你有没有经过高速公路五股南坎那一带？整堆的上千辆的游览车要卖，一大堆、一大片的游览车要出售，为什么？当然就是观光客的减少嘛，特别是陆客嘛，这个绝对是一个事实啊。那这个是政治，我们
没有办法，我们对这些旅行业者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要多争取陆客来丧失台湾的主权，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要讲风凉话，让他们觉得政府无感，好不好？是，同意委员的说法，因为组成改变，他的观光旅游消费行为也改变。是，好，再来我们就要自立自强了。我们希望吸引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的观光客，那我们就要来自己检讨一下哈。请问次长，请问局长，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非法的日租套房啊？我想就是市场上有需求，那就有人希望从这个需求上找到他的商机，才有违法的行为。市场上有需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提供适度的开放？我们这个建管法令啊，让这些日租套房根本没有办法取得旅馆的执照，更不要说什么背包客常常喜欢住的青年旅馆，还是B&B B2B 的经营哈。我们的观光发展条例呢，其实只有民宿跟旅馆跟观光旅馆三种，其中的民宿呢被这个土地使用法令的管制呢绑得死死的。是我们今天的修法，我们要对非法的要打击，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要打击非法，保障合法。可是问题是，你还是必须要有适度的开放，要不然市场的需求，刚次长讲，就还是一样不断的会有非法的产生，不是吗？你们有没有准备？不过我想，市场上的需求也不能够允许用非法造成公平竞争的方式，是来影响到良善的经营环境，所以对现有的一个经营环境，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来辅导他，提高他的品质。是很好。那你有准备吗？有准备要适度的开放吗？有没有？局长有没有？次长有没有？赶快啊，时间了哈。包委员，我来说明一下，这有两个层面了。我们觉得大概，这个都市计划区内的集合住宅不适合以外，应该是可以开放。好，第二个就是我上任以后，我特别邀了所有的县市政府的观光主管单位的首长、副首长来，可是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保留。那非常怎样？保留，非常保留。好，那这个执法上来讲，还是真的需要地方政府。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努力来沟通协调。哦，这跟我的认知有点差距呢。你是说对于日租套房的适度开放，地方政府是保留的？对，因为有涉及到一个不同的。我们台南是相反的哈。对对。台南是相反。好。但是所以这个赶快去处理一下。我认为要适度的开放，才能够下一步才能够真正的去打击非法，保障合法。是。好，因为市场的需求的关系了哈，这个赶快去努力哈。接下来就是观光保育的问题了。来，一样啊，两位。我咨询过很多次了，其实台湾呢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我们有魔鬼轰鱼，有锤头鲨，有金鲨，有长尾鲨，甚至龙王雕，我们通通都有，通通都很棒，但是我们通通都有，都是在市场跟餐桌上。我们的魔鬼轰鱼、锤头鲨、金鲨、长尾鲨、龙王雕，不是观光资源，是在市场，在餐桌上，这真的是很痛啊。所以呢，我想要今天想要再给你们拜托一次，今天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法源，但是给了这个法源以后呢，你们要好好的用，特别除了大家期待的一点保育的费用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各种执法单位的整合了。
我们现在哈、啊、这种东西呢，观光局管国家风景区，国家公园管理处管国家公园，这内政部，海巡署管海岸，渔业署管渔业，地方法地方政府管这个海岸跟海域，林务局管野生动物保育，啊，这样一大堆，结果呢，到最后谁都不管。所以除了给你们法源以外，我真的要拜托你们好好的次长，特别是部里面 有这个责任，做横向跨部会的协调。我们真的要好好把这一块做起来，否则的话，我们到最后真的是所有东西都没了。是，我想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啊。我一直说，我说过很多次啊，不要到最后真的整个台湾剩下最美的风景就是人，那就不需要你们观光局了，就不需要了。剩下夜市跟人，台湾的观光不能只剩下最美的风景是人情味跟夜市，好不好？再来一个，来最后，非常重要，铁公局的女官员被掳人拍裸照，今天的询答让大家很生气，我想不是只有委员很生气，所有的公务员都会很生气。结果你们竟然没有什么作为，你们答复让我们非常失望，叫做三个涉案的官员调离原职，静候调查，是去年七月还是今年七月发生的事？去年。去年。好，啊，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知道？我刚刚听到有没有听错？说前两天你们才知道。我事实上我是这两天才知道。来，这个事发生在104年七月了，都过了一年半了，你前两天才知道，那什么时候调离的？我确实是这两天才知道了。那目前在座有谁知道的？这个次长移送的涉案三位，大概就先调离原职了，然后静候司法调查。那至于说他有关所谓的有没有这个逾期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请铁公局要尽快。我要求哈，我们要求我希望主席由委员会来要求哈。第一，把这个案子来给我们做一个专案的报告，书面的也没关系。第二，我们要求严惩，甚至这样的包商要列为拒绝往来户。这样敢在这种民主法治的国家掳人、掳官员拍裸照，你以为他还会好好的做工程吗？你以为他还会真的好好的做工程吗？是，其实这个案子我们也很痛心了、啊。那刚刚也有委员质询，那我们也说，你们哪有很痛心？你们让他继续做、欸，你们连3300万的罚款，到现在一年半了，还在跑行政程序、欸，一年半了，你还没有一个结论？你以为你有押金在你的手上，你可以处理哦？你以为哦？就是你们这么软弱，才会有这样的官员要承受暴力的威胁，不是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不容许。我们要求这样的厂商要列入拒绝往来户。我们要求这个案子要来做 交通委员会做报告。我们可以看报纸才知道，你们的员工、你们的属下，你们不能够不知道，你们不能够不处理。这样恶职的官员其实不配当公务员。好。好，我们现在请萧美琴委员发言。萧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休息，下午一点半继续开会，请萧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次长哈。请次长。委员好。
市长啊，我想继续就我们的光发展观光条例哦，以及台湾整体的产业环境哦，那还有我的几个提案重点精神哦，继续来就教我们交通部的意见哦。那首先在我的提案里面哦，有提到这个放宽让我们的观光产业哦各个类别业界可以聘用这个外籍的这个导览人员哦，还有外籍学生。在台湾的这个侨外学生哦，因为我自己多年来在全世界旅行的经验是，当我们有的地方哦会碰到我们自己的留学生哦，碰到我们在地的乡亲侨胞哦，当他们有时候是被旅行社聘雇，有时候是外交部来聘雇他们来协助做一些在地的文化历史的导览，其实我们真的是倍感亲切哦。那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台湾在做这个多元的观光客来源呢，我最近还听到说有像印度的这个彩线团来哦，他们在富豪在台湾举办生日宴之后哦，其他旅行业界也有兴趣。那今天如果是印度的民众来到台湾，能够找在台湾的留学生已经非常了解台湾哦，甚至会一些中文哦，对台湾的文化历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来协助旅行业界来接待这些印度来的旅行团，我相信哦，对这些来访的游客会觉得服务可以更周到哦，甚至是能够更亲切。那对于这个吸引更多的回去，这个评价很好，回去吸引更多的他们这些游客来哦，应该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对于一些部分语言在台湾并不是很主流的哦，台湾可能英文、日文的这个导览人员应该是比较多。但是还有很多国家的这些旅行人士，像现在我们要做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观光这个课的开源啊或者是我们要去做其他以色列其他国家的这些旅行团啊，那我们总是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因为过去我们的相关国家级的证照的考试啊，其实对于这些留学生也好，或者是外配外籍生。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外配，他可以协助越南团泰国团的这个导览但是他要他去考是有困难的所以我在法源上是希望能够增加这样的一个类别那你们对于未来如何在做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个规范管理或者是资格的认定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是，我想第一个非常这个赞成刚刚委员的说法，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啦，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有自己超值相同语言的人来提供解说，那真的是会是倍感亲切。那这件事情除了这次的法规成结果委员的提案，我们会把它争取能够修正完成之外啊，其实我们也跟教育部跟劳动部已经有开始在磋商了，也希望第一个当然能够辅导他能够投入这个行业。或者即便他只是在这一边就学的期间，他能够参与这样的工作，未来他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他的国家，对我们国家的认识会因为他参与这个工作接受我们的培训，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他这个可能的潜在的一些旅客过来，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持续去努力去进行。对，那但是这个也相关的这些外籍人士投入我们的职场，我相信本国的劳工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上应该不是说他们在取代原来已经有人在做的业务而是新增一些能够开拓新客源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在资格的选择认定上面，或者是他本身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导览，我们可能也要开一些这个训练的课程或者是相关资格的培训，所以希望后续的一些细部的规划观光局也能够早日来将相关的配套让它能够完备。是，我想我们已经有完整的一个配套了，那个必要是我们再用书面资料提送给委员参考。那好，除了导游之外，他属于的辅助导游的人员，辅助型的这个导览人员也会放在里面，包括所谓的新住民或者是在台湾的留学生，都会以辅助型的方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观光导游的一个活动。那当然会有一些教育训练课程，让他能够在台湾
这个读书态，同时协助他了解台湾，把台湾的好、台湾的文化能够呈现给这些游客。嗯，好，那除此之外哦，我也提了另外一个第四十九条的修正条文哦，主要是看到现在全世界的会展产业其实发展很快，在全球化的时代哦，各式各样的国际级的全球型的国际会议哦，大型的展览，不管是商业型的展览或者是协会型的这些国际会议哦，那在大家选择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来开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其实是很关键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数据，台湾的会展产业已经提供一年大概有百万以上人次的这个来参展的、来看展览的、来采购的、来参加会议的百万以上的人次，百亿以上的商机，他来总是要住宿啊、要采购啊、要 shopping、 要吃饭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觉得台湾其实还有更多的潜力，毕竟我们位于整个太平洋岛链的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是东北亚、东南亚的最中心点，那我们至少比这个全世界不说，至少在亚太地区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大家来开会是非常便利的哦。那我们怎么让台湾的会展产业的业者可以做更丰富、更多元的投资，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在观察像美国的 Las Vegas 算是会展产业成长最快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去那里，像我之前也曾经受邀去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很多人去那里不是为了要赌博，他是为了去参加会议，那参加会议之外甚至会带家人去，因为他发现那里除了参加会议本人之外，对小孩、对大人的各式各样的娱乐设施，甚至是周边，还有天然人文的这些景观，有大峡谷，有各式各样可以附带的这些tour， 那让拉斯维加斯虽然本来是地处偏远的沙漠的中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产业非常蓬勃发展，甚至也因为过去经济不景气，赌客减少，但是因为会展产业的开发，的发展，让它的商机可以持续的来成长。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机不可失，那我们在会展产业，如果能够搭配更完整的配套，让来台湾做商业旅行、来开会的、来参加会展的这些人，甚至带着家人来，同时做更深度的观光，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整体的产业必然是好的，所以在相关的这个设施，因为会展中心，必然面积是非常大，那最近我们，整个地方税，的这个倍增，其实对相关的业者的投资意愿其实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除了你们刚有提到说也支持做部分的这个地价税、房屋税的部分的这个减免，当然这个减免的前提是交通部有认定确实是重大的相关的产业，同时也要经过各个地方县市议会的这个自治条例的相关的认可的这些特定的产业给予适度的减免之外，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其他的诱因是可以来促成我们国内观光产业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转型跟品质的提升呢？是，我想非常感谢委员这样的一个提案，会展其实应该是台湾一个 未来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跟发展市场，而且我们的国际地位位置上来讲是非常适合，刚刚委员有提到的，所以我们这个条文如果说有了法源之后，我们想会努力来沟通协调相关地方政府跟相关单位，设法来促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台湾能够发生。是，当然我们法源可以做的就是给予一些相关的租税的减免优惠，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不够，我希望交通部跟观光局能够更积极的引领，还有什么其他的配套是我们政策上，可以给予我们相关产业业界的一些具体的协助，让我们确实能够尽快来升级，来拓展我们地方观光的契机。是。那另外，这个跟观光很有关的，因为我们东部其实观光产业是很重要的，而且没有多少其他替代的产业的一个情形之下，严重影响到最近的观光惨状，影响到地方的就业以及整体的经济环境，所以我们希望对
对外交通的连结哦，一定要能够稳定，要能够永续。除了现在的轨道建设，除了我们苏花改的工程一定要如期来完工之外，空中对外的运输也非常重要。目前这个华信航空来接手过去复兴航空所独飞的这个北花跟北中北高航线哦，但是目前你们的协定是指飞到2月15号，这个造成很多观光业界的困扰，尤其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日本的团客，他们可能到好几个月前就要开始作业哦。对于交通选项，一定要早一点把它确定下来。那我们现在2月15号以后的状况全部挂在那里，大家没有办法作业哦，没有办法把未来的事情把它确定下来哦，会影响到我们争取未来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外国团哦来到东部的机会。所以这个部分你们现在到底进展是如何哦？那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早日把2月15号以后的这个，不管是用航权分配来做诱因哦，或者是补助的方案，能够赶快出来，让我们能够永续的、稳定的让相关的业界能够经营这个北花、北中、北高以及其他的连外的国际的包机航线。是，我想昨天其实这个部里面也有跟航空公司有一个会商了哈，这个会商其实要不要副局长说明一下？所以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是跟委员报告，那个有关花莲的对外联系空中的部分哦。那在国内航班的部分，其实我们会要求业者持续的一个经营，然后甚至华信如果没有的话，可是你们目前只有讲到2月15号，那后续怎么样？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协调。好，那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其他热门比较经济的赚钱的航线的航权的分配的问题，那目前谈的状况是如何？目前有关复兴航空所遗留下来的航权的分配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在积极的协调业者，那目前在协调业者开会的时间，那我们会尽速把它这项定下来。总之我们如果要让一个在现阶段不经济，它未必是永久的不经济了哦，但是现阶段的不经济航线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它一定要搭配有其他的配套其他的诱因，让这个航线能够赶快把它确定下来。那是不是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确定这个2月15号以后的这个航线状况呢？目前正在积极作业中，我们会尽快把它确认。尽快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大概就是我们预期是在这个月底，希望能够把它确认。你们之前也是讲月底了，那我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哦，能够早一点确定。我们很多后续的作业都要尤其这个业界要这个后续的这个观光团客的这个机票的问题，要赶快把它确定下来，好，谢谢。好，谢谢。好，在这边也向李鸿钧委员致歉，刚才你在后面了，没有注意到你在后面啊。现在请李鸿钧委员发言。非常谢谢主席我就尽量简短。那请次长跟局长，请次长、局长。委员好，次长跟局长好。我大概这一阵子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日本的这个学生的毕业旅行团这个现在大幅的增加来台湾其实这个本席在很久以前就一直提过，希望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其实不止日本，还有韩国现在大概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话，大概从一月到现在大概有将近400个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毕竟他们是学生然后带给他们好的印象，回去到他们的国内未来他们在社会上里面的话，其实对台湾的整个的一个面向的改观，这是一个长久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次的还要再重申一次，就是说这些学生团来跟一般的观光团，你们要做不同的想法跟对待。这个逻辑跟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跟原则，就是他们虽然现在是学生，未来他们的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方向。回到他们的国内，将来他们在社会的中间各方面也好，除了对台湾要留下，如果可以留下好的印象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所以
我们观光局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其实应该还要继续的持续的加强，好不好？就好像是说刚刚前面有委员提到，我们现在突破了一千万，那突破了一千万比去年快了九天嘛，那快了九天，明明观光客数这么多，那为什么旅馆的景气会不好？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目前其实有简单做一个分析了，因为那课程不一样，它的流程不同，因为陆客价降很多。那以前陆客在的时候，他们大概都是八到十天的游程啊。那他，我说以前的陆客团，他们大概都八到十天的游程，而且他比较短，对不对？消费力比较长。那现在的游客可能他的游程时间，照你们观光局的算法哦，大概就是平均一个人是6.6夜。这是你们的算法了，是。哦，那6.6夜也好，6.6夜如果这样子去换算的话，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客房数的话，合法的大概14万左右吧，差不多吧。客房数三类，一个是最主要还是观光旅馆跟一般旅馆为主，对，因为房间数是量比较大，也大概10来万嘛，总共如果加20万间。加一些杂七杂八的，差不多像一些民宿啦这一些的。对对，20.3。20万间，如果是1000万的话，如果你是说6.6夜的话，平均大概一个房间数可以用到大概300左右。因为还要那个周转率啊。我知道。对 对, 对。所以从这个数据上单纯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的旅馆业照理来讲不应该这么萧条。你即使减了他的次数的话，照理来讲啊，好，所以他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只是说他从8天变成5天，我想应该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单纯的方向了。那但人均消费也会改变，好，人均消费有改变，消费能力有不同。这个简单来讲，如果是依照我们的一千万人，我们现在将近20万的房间数。二十万的房间数，客源的饱和度是多少？2000万、1500万、1200万。我们是算住房率了。但是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区块是国民旅游，对，所以没有，所以简单来讲，我是觉得单纯不是单纯的一个陆客的，因为陆客他只占了将近400万嘛。所以说他只有说8天减到5天，我想这个不是一个 point 的了。哦，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他的房价的问题，他一些他是低价销售，只是单纯的只是接陆客而已。然后他一下子陆客不来了，然后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国外的旅客要去住他这个客房，对，这样子的一个衔接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你们应该是要朝这个角度去探讨才对啊。因为他们长期来接的就是团体陆客嘛，啊，团体陆客不来，那一般的国际旅客，他自然不会去住到那种客房去嘛。所以简单来讲，旅客饭店好的还是好的吧，坏的就是坏的嘛。啊，坏的问题是在他长期是接陆客嘛，这问题是出在这里嘛，是不是？所以你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对嘛，是不是这样？哦，那另外哦。今天有两个法案哦，那个业余金的法案，本席基本上是持赞成的看法。那只是就是说，在这个稽查稽核的部分哦，我们更要去好好去落实了。是。哦、那萧美琴的法案，本席是，当然就是说你在观光业对他的整个的一些税则的免税的方向，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可是你也要看到的就是说，比方说。饭店的房价，他定的 range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range？ 你今天我们给他的优惠，可是他的房价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不一定是一个适当的房价。我们同样的价钱在台湾定的五星级的饭店的房价，我们在东南亚可以定的更好的房间啊，你懂我的意思吧？了解。所以我们给他更好的优惠，结果他只是更好的暴利而已啊。那你今天你要去给他一定程度的优惠，我是觉得是可以，朝这个角度是可以。可是我们要约束他，
对国民的一些该有的基本的合理的房价，你也要定出来啊，配套要出来。对，所以这个法案的修正有了法源之后，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工具了，但是在执行上、在管理上还是有违。因为你这个、你这配套要进来啊，不然你只是单纯让他受惠而已，是是是，结果百姓的话，全民百姓没有受益嘛，是这个是相符的嘛。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前一阵子看到观光局这边也释出善意，对原乡部落给他的这些民宿的一个就地合法，我觉得这是好事。你们去兰屿有去兰屿吗？有去过，去过兰屿，整个兰屿里面没有一间旅馆，对不对？一间旅馆都没有。可是他一年去兰屿的观光客有多少？超过20万有吧？大概20万以上跑不掉吧？10万，刚十万，统计是不止啦，不止吧？一年不止吧？我记得大概十几，有可能就没有算到你。不止啦。那这些人住哪里？当然就是住民宿嘛，啊，可是这些民宿合不合法？不合法嘛，那你们又不让他合法，然后又没有饭店，那你叫这些人住哪里？所以这一些在原乡，特别是兰屿只是一个例子，你在那个高山的原乡也是同样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我们让他就地合法这是好事，可是我们又要他做一个程度的结构审查。那这个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要就因地制宜啊。我打个比方哦，你们如果到原住民部落去哦，他那个石板屋啊，石板屋有去看过吧？有去看过吧？是不是他的特色会在？是。那这个结构检查过得了吗？过不了啊。啊，可是他是原住民的特色啊，啊，很多人就会想要去品尝那个特色。所以今天我们法令，我们是要有一个程度的变通。我不是在帮，我也不是原住民，可是我因为我去了一趟兰屿，我看到了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是应该要如何来帮忙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是。好，因为我答应主席要尽量做简短，那我就到这个地方，真的要拜托你们，好不好？应该的。好，好，谢谢。好，谢谢，在这边做个说明啊。因为今天气候的关系以及我们交通委员会场地的因素，所以今天二氧化碳的浓度最高的时候冲到快1600，那现在把前面的门打开之后大概在1300-1400，仍然是超标。等一下请这个工作人员将前面这两扇窗户啊，看是否能够先打开，以及外面的窗户先打开，先让它通风。因为有与会人员啊向我反映啊，这种空气啊它有点不舒服啊，在这边也向大家做个说明。第二啊，有关于其他的委员有提出相关今天观光条例的相关的修正动议，请交通部观光局这边啊立即的了解相关的修正动议，来跟相关的委员来做对话及沟通。那现在休息到下午1:30继续开会。
那因为接触到的必然是不早，但是他接触到的对象，他是不成功的。